Todo lo 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欢迎来到我们的一个非常漫长的系列的特别节目，叫做《无尽夏日》。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Noah Hart，欢迎 Helen，欢迎博轩。哎、嗯，大家好，Hello，大家好，嗯，就是这，大家好，就是我我们是 Noah Hart，我是博轩，Noah Hart，我们这是主唱冯海宁。 我那个是那个是提的手背手，然后是不是那个有点尴尬？尴尬成员，牵牵个手啊！我 <laughs> 天，这是这是何等尴尬的开场啊！这个、对就尴尬是我们的专场，就其他的人就、嗯、你看梁龙多不尴尬呀，他到哪都不尴尬，嗯、我们到那块一看他就尴尬。哎来来,来今天咱们这个录音，首先是好事多磨啊，因为是特别早，我应该是七八月份就开始。 通过各种渠道啊，包括咱们的那个经纪人约录音，就约到了十一月底啊。 夏天已经约到冬天了、啊就，就没事。这这这,这乐队的夏天就是乐队的秋天，我们没对，现在已经接受乐队的冬天了。<laughs> 对对,对啊，终于约上了这个一个录音啊！之前本来是上个月要录，当时好像是你那个 Helen 不太舒服，是吧？我是气管炎啊，估计就百分之九十时间就是对着你们那话筒在那咳嗽，哦哦哦就就没没太大意、嗯、那两天说话声音跟那个录制的时候有一两期周迅老师说，周迅老师那基本是一样的，死亡金属范儿、啊、那种。<laughs> 啊啊，那最近怎么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最近怎么样？你看就能保护最起码半个小时不咳嗽吧，就已经算不错了啊。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就说不出来话啊啊，就正好那个上次约你的时候的话，我想不行，我要、嗯、来以后的话，也可能你把我。 五分钟也赶走，了，你那干啥呀？你 <laughs> <laughs> 这我没了你，你传病来了。没了，你嗓子怎么样？就问问你们最近这个生活怎么样？最近就是把那个这半年就我们生活上乐队都没时间干的事儿，这这一个月开始做吧。啊、哦，基本上就是别人你看，别人都在演出，我们都是在写歌，完后策划，完拍宣传照，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 嗯，其实，在别的乐队他们进月下之前，他们都是已经是比较完整，就是进入推广那个时间段，哦、在的热度。对对，我们是上月下之前，我们冷了四年，啥都没干，积累了一大堆小样，没录、嗯、那个宣传，没做照片都没有。 就上次照片，你现在看那照片是十年前任航给我们拍的。嗯、你看任航都走了多久了？啊、等于就一切东西都是等了我们说哦，回国以后的话慢慢开始弄。然后刚开始要慢慢开始弄的时候的话，嗯、月下这个事儿就发生了。当然是一个好事儿啊。对对。 但是你应该是采访别的乐队，也知道，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嗯、你基本上你就没有任何时间干任何其他的事儿，嗯，必须得百分之百投入。完、嗯，现在我们回来了，我们演出在做视觉，音乐在写，专辑在发，我们该了。录制计划啊，哇是，然后做周边，我们该网易云的歌啊什么的。不，终于要出新专辑了是吗？至少出新歌吧，就 EP 吧、啊、，EP 吧，啊、嗯，也可以，嗯。然后除了这部分还有。 就是生活上的事儿，最近我们俩都在搬家什么的，他刚搬完，就这都是嗯对。就是月下之前，他的工作室淹了，真的是水，对楼上那个水管破了，把中间去编曲的时候，我还拿桶接水呢。哇，对对，就等于就在那个他工作室淹了，我的工作室基本上没弄起来呢，好多东西就是别的乐队在奔跑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乐队奔跑的真好，嗯嗯。我们先小马步吧，我们全是复工的困难，嗯。 诶，那因为现在离那个拍综艺的时候已经过去几个月时间了，那、嗯、现在稍微隔开一点时间再回头看，你们觉得自己在这个综艺前后的变化大吗？就是自身的变化。其实说实话，嗯、最好的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式有一些好的改善。 嗯，因为这次被逼的，原来我们拖延症比较严重，但是因为那个综艺节目没有这可能，嗯，然后也就是在比较艰苦的情况下，觉得诶，自己给自己一定的挑战，我们都能完成的。这我其实，在某一方面我们更自信了，关于未来。嗯 但是其实从个人的角度，好像变化不大，因为我们年龄比较大、嗯嗯，一个是一个是减少不少内耗，老狗不好训的那种。<laughs> 对，还有一方面就是内耗减少了。呃，演出状态确实回到以前的一个好一点的状态。嗯嗯，然、嗯、后这三年他在带孩子，然后天天可能想着那是做好吃的，嗯、我可能做好多幕后工作。时间长了，就是比如说我并不愿意穿一些我觉得挺好看的衣服出门，真的会有那个感觉。哦、但是现在这个状态又回来了，哦、回来了啊。哦 对，因为最近我去看演出，我老能碰见博圈儿，哦、每一次都穿着特别好看的奇怪的衣服。一定、哦、会,会好一点。今天这衣服就跟小时候那个电视机那屏幕待机画面似的。<laughs> 对，就是有的时候穿衣服就是为了自己心情好一点，因为感觉在北京时间长了，大家都穿一些比较低调的，怕路上的人看什么的。哎、嗯，还伦在德国那几年，博圈儿你。 就没有在别的乐队里边做台前的演出了是不是，是吗、嗯？少，我自己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宇宙企划，<对>但是演的比较少，因为是纯音乐的，就怎么说呢，内容比较小众吧。然后其实也不是那么多人要找我演出，然后我就偶尔想保持一下状态啊，练练琴，或者找不同的人一块玩玩。因为我那个内容里边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即兴的，嗯、然后有时候叫朋友过来玩玩，但是不是经常，也没把它做一个长线的演出的那个计划。 啊，你跟 Robin 玩的那个即兴的，就是那时期玩的。呃，对，去年吧，对他找我玩即兴，但是没说是什么项目，就说咱们玩玩吧。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没有演出，我们也不能离开北京，嗯，除非真的是一个特重要的演出，我们就拼了就去，为了冒那个险，即使回不来了也要去。但也没有，就是说那个有的场地终于能开了，咱们就出来弹弹琴什么的。因为我们都是那种那种乐手吧，就觉得就是老不弹琴就是难受，得找一个事儿逼着我们见面弹琴啊。嗯嗯 那段时间，那个博轩在北京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那个我看的这边信息就是，每次有一个朋友说啊，我们定了一个巡演，完取消，哦、等于就也能，哦、我们最起码就是看他那块，哎，你冒出来一个演出，完后都是特别突然，冒出来一个演出，就过一段时间又冒出来一演、嗯，都是临时的，啊，完了就还挺好的。然后那次说，哎呀，好不容易能演出了，找个朋友过来帮忙录音嘛，就拿那个录音机，然后把我们那个演出录下来了，然后他在家剪了剪，然后写了一些歌名。 然后发给我，我说挺好，然后就发了。嗯，就是我们自己挺高兴的。发出去之后，其实听的人也不多，因为没有唱歌吧，可能。嗯，主要是那段时间好像大家的心态都是那种整个。 都有一个缩小自己的世界，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是在寻找更多，嗯、就原来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是在寻找新的东西，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嗯、但是就是那个环境都变得那么激烈以后的话，大家缩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点，就是我就听老歌，嗯，因为这个能让我就回到青年或者、啊、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多一点。等于就你要是真的是想打破原来的这些新东西，嗯、因为博轩做东西有点太先锋了。 就好多东西，大家在大概这个大的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的话，大家不太理解。<对>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疫情前就是当时想做一些酷一点的、嗯、先锋一点的，然后呢就做完了之后一听，自己整个这个音乐颜色是偏那个暗黑的。哦，就确实有一些东西挺酷的，是往下走的那种感觉。然后疫情一开始呢，呃，我想在就是这个概念玩点什么音乐，然后呢就不想那样了，天天在家，然后觉得能下楼晒太阳就特好。我就想做一点让自己觉得。 颜色多一点、亮一点的音乐，然后就做了一张跟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就两种颜色。这疫情还是有一些影响吧。然后包括那个后来我们天天在玩乐队，嗯，也有这个想法想做一点开心的东西。哎、嗯，博娟，应该是从 Nova 时代开始，比较你那个位置更靠，比如说制作人或者是音乐人的部分一点。之前比如说在什么刺猬啊、嘎调、啊、麦手的、地下婴儿这些，那时候还是。 乐手的身份更重一点，呃、在在麦手是乐手的身份，嘎调、嗯、no 号基本上就是创作成分多一点，参与创作多一点、嗯，或者沟通多一点，聊天多一点、嗯。啊，你在不同乐队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这种状态会很不一样吗？嗯，挺不一样的。我一开始觉得差不多，那、嗯、是因为可能我想的少。后来，<laughs> 后来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拿的琴是同一把，嗯。 然后负责部分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在乐队里边其实，呃，比如除了你要弹的那个吉他、贝斯或者鼓什么的，就是你在不同的家庭里那个感觉啊、哦嗯，有的可能不是家庭，哦嗯、<laughs> 是个公司，<laughs> 对，公司。嗯，你贝斯，我看之前是跟刘文泰是学过，是吗？嗯，对，就是因为之前没怎么找过贝斯老师啊，哦、弹贝斯比较多的那些时候，嗯，我都没找过老师。 但是我一直都想找个老师，嗯，找了好久好久，最后锁定了这个刘文泰老师，嗯，我就直接去找他了，嗯，然后跟着他好好学了两三年吧，哇，其实上课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就是我回去消化的时间长。跟他学完了以后，又弹了一段时间贝斯之后，我就不弹了，嗯，我觉得是我收获最多的时候，<laughs> <不起> <laughs> 就是收获最多，就是也算是自己弹的最好的时候，后来就不弹了。哎，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结的时手结婚嘛。这这这这这是一方面吧，<laughs> 就是后后来就是 <laughs> 其实文泰老师跟我是觉得影响比较大的，当然是这个跟这个乐器有关系了，嗯，但是更大的一方面可能就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想法在一个乐器上实现，嗯所以收获比较多就是呃可能不光是弹贝斯，对音乐的理解，对对对对，我想的就比较多了，嗯，学学民乐，然后学学谢大琴什么的，我吉大琴。<laughs> 这说的比较轻松啊，每件事都比较难。<laughs> 那 Helen 从自由到宠物同谋到 No m o Heart，应该状态也很不一样吧？跟年龄也在改变吧。哦、自由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组第一个队 嗯，就一切都是兴奋，<对>然后一切都是觉得什么都是比较新奇，嗯，完了就不管自己能做到还是不能做到，就自己把自己事儿给想特大，嗯，然后但是每一个里程碑都觉得好像就是爬到了山顶一样的感觉，哎呀，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场演出在老猴院，哦、<laughs> 就很开心，那个太阳宫那边，嗯，对对。 里边永远烟雾缭绕，对烟雾缭绕啊，就没有地道事儿。反正那我应该就是在老侯用看过你们自由的演出，就是我比较幸运，就是你这三个队的演出我都看过啊。那你因为那时候乐队也不多，就给你轮流来回来去演，对，就那几个场地，完大家都在那好像就转一圈，完再转一圈。对，但是到那个宠物头模的时候的话，大家都是已经最起码虎子他已经做过很多段了，对。他也可能是更多是有一个更规模性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在自 自由也进了一个这种主流唱片公司的这个规划，然后就<纳>啊，对，也看到了这个大系统是怎么走的，也发现自己在这里面非常渺小，嗯，非常非常渺小。然后到了那个 n o v e Heart 时，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一个选择。然后跟博轩合作的时候的话，也是我们两个人都在某一方面都走到了一个点。 对嗯、才去做这个队，嗯，然后就从第一步决定了好多事儿，就特别容易商量，嗯、因为原来在乐队慢慢大家成长的时候，生活也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嗯，因为你小嘛，你二十出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什么都有可能，但是你到二十末的时候，父母开始老了，嗯、然后家庭出点事儿，突然一下你的需求跟他们的需求也可能就会有一些差距，嗯，嗯然后那个等我们两个人去做这个队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 OK、嗯、好行，我们这个能。 一定要去把这个做的东西的，我们不要太在意当时能不能去演那个所谓这些几个路线吧。嗯、就是那时候国内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路线给乐队，<对>也有一些明确大家就喜欢什么，就已经开始分格了。就是你民谣啊，你也是的了那种、哦嗯、怎么着能把票卖完啊，怎么着能在音乐节压轴出现？对对对，这些都有一些规格了，哦、一些算法了。 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太在意这些东西，嗯、我们要把音乐给做的就离开这些算法，因为我们自己也可能有一些好奇想做的事儿，嗯、然后就跟着这个音乐，整个就是自己喜欢的这种音乐形式和演出形式，嗯、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对，嗯、我最开始听《自由》的时候，包括爱相声，昨天感觉、嗯、这不就港台大流行吗？那种，嗯、对,对对对，啊，但是唱的挺好、嗯、啊，对、嗯。然后到那《宠物同盟》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就特别酷，然后特别。 时尚，然后，那也、嗯、可能有点太时尚。呃、对对，太时尚，<对>电子先锋，嗯、反正、嗯、所有的词儿都往上拽。啊、嗯，嗯、到《n o a 的时候，感觉其实反而更往往里边走了，那个音乐、嗯、内心对、嗯、表达其实更内化了。有很多东西在宠物的时代是在表达一个风格或者一个态度。嗯、我要到《n o v a r Hard》的时候的话，我们又回到讲故事了。 嗯，然后就这个态度和这个风格，只不过是一个工具。然后更重要的是想表达的这些整个情绪、故事。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都是就走了很多段，儿，对风格这方面也是在做乐队的时候也有一些转变。嗯，幸运的是我们有机会出国，我们有机会去别的音乐节。哦、对。但是我们到那音乐节，也可能百分之九十时间就看别的乐队，嗯嗯、<laughs> 看别的人的演出，完了、嗯嗯、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嗯，嗯呃 当时因为是所有的人一起去学，一起就受了这个影响，嗯、就像石路也跟我们一块去，的，<对>就我们都是慢慢慢慢发现，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开始有变化。你、嗯、比如说，我们就一块儿到了非洲，嗯、到了马达加斯加，和当地最有名的这个乐队一块儿，比如演出，我们先演，他们合演。嗯、那个演出的时间可能四十五分钟，然后再看别的乐队演出。但是可能第二天我们中午就去这个人家了，我们所有人跟他们所有乐队的人，从中午就是玩即兴，一直玩到晚上。 哦，然后我吃饭那，我觉得那个时间可能比我们演出在一块儿那个还要重要。我都不记得那个演出，嗯、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几项，好玩死了。啊、对，然后一会儿可能 <laughs> 这个贝斯手把他的孩子带来了，那个就就反正就是在一个院子里很舒服，晚上大家拿一堆披萨在那吃，然后下午就什么一些经纪人也过来跟我们即兴什么的。嗯、对他们好像每一个人都会拿乐器。<laughs> 你看他都不记得，对那个演出印象不太深。<laughs> 对，这就是老发生这种事儿，时间长了之后，等于就是。 好多时候我们就沟通，就是可能去另外一个频道或者方向了吧。嗯嗯，你说这个，我因为之前应该是一五年、一六年的时候吧，那个海伦接受一个英文的采访，就讲那个 Nova 号这个名字怎么来的。Nova 是新星的意思嘛？啊，uh, 当然你还是用英语说的，说就是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然后由于某种自然引力的。 吸引，然后我应该是编的，<laughs> 各种物质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颗新星，<laughs> 我觉得特别酷。问题是当时那个名字非常偶然，<laughs> 做完了以后，然后我就想了各种办法来解释，各种解释。那个词实际上也有这部分含义。啊、哦，对,嗯、对啊。对啊但是刚才你们说的在非洲那些事儿，对对对我觉得它整个的那个外部 b 就是 nova 的这种，大家互相吸引，然后一起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种感觉。 对，包括他们也是，比如说演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歌，然后当地人都知道那种很有名。然后我们觉得啊，他们是这个风格的，有非洲元素，也喜欢摇滚这种融合。然后他们可能平时就是这样玩音乐的。嗯。然后这个演出结束了，我们可能就去了当地乐手也有那种酒吧。他们所有的人演完一个正式的演出，会在一个就是很多乐手去的那种，然后也即兴也喝酒什么的，把我们带到那样一个酒吧。然后我们到那一看，全是乐手，发现他们在台上玩的时候，他们不是只会这个。 嗯，他们所他们什么都会，什麼都會, <laughs> 什么都会玩什么特别好。嗯、在演出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想啊，我比如说我们从呃中国来的，我们玩一些电子啊、摇滚这类的，这可能是你们不熟悉的，你们那个东西我可能也不太熟悉。嗯、我觉得现场看特别好，到了那个酒吧我才知道，没有他们不会的。完，他们听的东西多，完非洲电子也挺牛的。嗯嗯嗯、他们不会觉得什么风格是啊，嗯、我没见过或者什么，他们可能会说你很棒，嗯、但是那你没露两手。 给他们展示点儿他们。后来我们到那儿看了一会儿演出之后，觉得别漏了，在那地方你知道，<laughs> 到非洲以后的话，<laughs> 发现自己这个唢呐，呃 <laughs> <laughs>，唢呐。 当时没这个<实>没这准备，要不然、嗯、确实不会，确实,确实、哎、不行。嗯，那不能靠声呐吓唬人。<laughs> 哎，说谁呢？呢？对不起啊，二手，没瞅，我没瞅。没丑哎呀、哎，吴泽坤老师跟我特别好 <laughs>、啊。这是不是？他谁也没说，他说唢呐呢。哎呀对。哎，那就是身体跟音乐的关系。你是从 nova 开始，还是从宠物的时候就已经嗨了？ 在舞台上，我觉得从自由吧，从自由的时候，从自由的时候，别人就管她叫嗨姐哦，那时候就嗨姐。对，完了最后就到了那个固定了这个名字。完了从这个，后来我又出来了，好像就没有人叫我嗨姐了。我不知道突然一下这个事儿又冒回来了。就有一天就哎，就是有十年没有人叫我嗨姐了。嗯，也可能是上一节目被一些已经平时不怎么关注音乐的这个老朋友看见了，然后就把嗨姐这名字叫回来了。是是。 对，那天我跟那个赵大宝还有黑刀录节目，当时黑刀就说说，哎呦，要跟嗨姐录节目，啊，我说、哎、这嗨姐这名不错，<laughs>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就觉得说我除了唱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身体的这种表达？ 嗯、呃，我从小看的那些对儿，基本上因为早期我那个在大学的时候，我男朋友就是加州朋克吧，嗯，特别喜欢这种文化，等于、嗯、我也是就去过很多现场，还有什么，哦、就基本上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肢体和这个演出这东西分开，哦，嗯，并不是给自己编个舞那种。 没有，就觉得这个就是你自然而然吧。然后小时候也兴奋，嗯、也兴奋。那时候也有点恐台，恐台就喝酒，喝完酒以后就傻，哦、<laughs> 就不这样嘛。完、哦、现在，嗯、现在恐台的那个劲儿还是偶尔会有，就分情况。但是就不需要喝酒了，嗯、<laughs> 也可能就能把它给转换成另外一种。海、嗯、<对> n 在舞台上就是不同的刺激，它会有不同的那个兴奋嘛。而且就是说，你说为什么不是编的？ 他不是不会编啊，他编了他也记不住，不记记不住，有时候会有一点儿，就是 <laughs> 这次做节目也可能知道，OK，这个定位，这个定位，这个这个定位，因为要不是这几个定位的话，嗯、那那个那个事会摄像头也 <laughs> 也不知道你在。大体上啊找机位、啊，那也是因为就是有摄像机，有这么多团队，我们得互相配合嘛。嗯嗯，嗯但是其实也基本上每次都走歪，他们最后也没跟上，<laughs> 但是那个肢体的表现，我觉得我受影响比较大的几次，嗯、一次是看《抗猫》演出。 因为第一次看康猫在俩好朋友演的时候，<哇>我觉得哇，康猫真帅。对，康猫我太喜欢了，啊、摔自己。对对，但是他摔的从来不受伤。我我是没这技术，你知道吗，我真没这技术。<对> <laughs> 我我是胡来，他是真的是有设计的。<对><后>嗯，对，康猫没跟你说要领，<laughs> 啊、<laughs> 就从来没有看康猫抱一个脚、抱一个腿出来，就告诉你摔，使劲摔，<laughs> <对>没、啊、告诉你怎么不受伤。 还有一次，就是就是小时候，小时候喜欢那些乐队，基本上什么 The Doors 呀，他们都有。但是我当时我没想到那么多去表现己、嗯、怎么怎么样，但是就觉得有时候一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就就满台发疯吧。嗯、但是就下台以后就后悔，因为一般都是、呃、抽了个筋儿啊什么呀，就、嗯、自己自己没这把控啊，完、嗯、就是也没有这个身体条件啊，嗯、但是就非要吧。嗯，嗯嗯其实发疯这个词儿可能也不是他自己想的。 就有的时候不同演出会有一些观众，他的第一反应，哎，这个人是不是在发疯？这个词就传到我们这儿来了。嗯啊，要不他怎么会想我在发疯呢？你想在台上，他不会想、嗯、哦，我现在要发疯了。怎么？有有个别情况下，就是真的是有一点，但是都是跟自己生活一些情况有关，应该舞台上发泄一下，嗯、因为觉得觉得在这个空间能发泄。哦、对对啊、呃，这个词可以理解。对，但是少数少数，嗯、这大部分时间都是感觉哦、呃，是一场戏。 然后你就是投入到这个戏里，你要投入以后的话，那别人就投入，因为他我觉得那真的假的啊，观众能看清楚。就是你要是真的是百分之百投入了，那个英文叫 method acting 嘛，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在戏里面的话，你就开始进到 method acting 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就是真的是投入在这个角色，但是你一下台你就能出来。我他就说，诶，你为什么下台？你跟上台不是一个人呢？你说你玩，因为这个人没法活，是真的活不动。 但这个戏，我觉得慢慢你根据年龄，它也会有一些转变。嗯，其实有时候我是想故事，也可能没讲好，是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剧本了、啊，其实是。嗯、呃，在舞台上，根据情况吧。其实就跟。 那个时候我就在做 n b e r 也可能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我，我我是在这块是不是给大家只是简单的一个刺激？这个刺激是打开一个门，嗯、这个门打开他们大脑，这个能允许更多的信息进来。嗯、对对啊、呃，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艺术家，就是关于那个为什么艺术要让刺激人到他们有那个就是一下就就打破了。嗯，因为他们只是打破了以后的话，他们才能有新的思想。 完，他说艺术就是必须得先把这个人打破了。诶、哎，我我没见过这个，我不懂，我不 get，甚至我不喜欢，我讨厌，我恶心。对，完过了这个点以后的话，他其实反而是能接受更多。嗯，但是你要是一切都在他的氛围定位以内的话，就是我理解你，我就我想要这样的东西。通过你，嗯、等于就某一方面，也可能大家真的是想让我摔的时候的话，那我再不摔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特别无聊的时候的话，嗯、我就反而也可能又打开一个新的门。 对对啊，对，嗯，因为他就是突破了他们对我们的期待，嗯、就突破了这个期待，然后就是让他们进到另外一个空间，嗯、你就能有一个机会，能好好给他们洗脑。对，<laughs> 这也是这乐队这些年的一个追求吧，希望是这样。嗯，嗯对，就是这种突破期待，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冒犯嘛。就是关键艺术本质，很多时候是要冒犯到你的受众，然后他们去思考，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儿？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们能说我们是装，他们能说我们是恶心，他们说我们奇怪，他们不好听等等，这些都都 OK，我就没有那么多，我就看自己的那个。别人骂我的时候，反而就有点小小得意。这么开心？不是，就看他那个，因为他们有这个心思去骂我们，等于他们已经开始动大脑了。哦，对对对，有一个反应，对，没有反应啊，就是哎呀，我太喜欢你了，反正有嗯嗯，你确定吗？就是那种，那我一可能没做够好，我还得再调整一下。哦，对对对对对， 骂你的时候，他一定是思考了的，对，嗯，但那个呢，你可能有时候思考的方向有点傻，但是我就、嗯、<laughs> 样，我不是骂你啊，<laughs> 但是他们最起码是动大脑了，嗯，我那个时候刚回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多人是不太敢动大脑，不是只是中国啊，就是大部分地方都有这个问题。嗯、你要动了大脑以后的话，那你也可能你会冲进来很多一些其他的东西，对，你会对你自己有一定的怀疑，你就突然这个安全感的话就会消失了，对。 其实不是说那个我不能动大脑，嗯、是我不敢动大脑。对也可能我因为有安全的空间只允许我这么多。等于、嗯、就作为一个人的话，艺术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你能动大脑，<是>然后你还能保持你自己今天不会太没有安全感。是等于这个空间，其实要是我们能做出来的话，给观众让他们今天微微动一下大脑，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的话，嗯、去发现自己，然后找到新东西。嗯 包括比如说，在舞台上作为一个比如咱说在主唱吧，你是让自己时刻处于一个控制的状态，还是说我要去进入到一种其实是享受失控的状态？这本身就是个选择。呃，首先要百分之百失控了，我也尝试过啊，哦、真的呀、啊。呃，就是百分之百失控了以后的话，其实演出一般挺烂的哦啊、嗯呃，因为自己嗨了，嗯、你自己嗨了完了所有人那儿啊那种，什么多年经验一定是这样。呃、对对对，就。<laughs> <laughs> 等于其实你不能百分之百失控，嗯嗯、但是你得让人感觉你在这个空间的时候的话，他们可以失控。嗯，就是说你在舞台上面给他们一个允许和不允许的。你看好多人第一次看演出，特别是你第一次去场地的时候，哦哦比较绷着。对对对，对吧？就。 看旁边的那个人甩头干嘛呢？就是我，我也可以吗？就是一方面，还另外一个是我是不是不够酷、啊、看别人是不是在看我？要不看我啊，还好。但是,是我应该躲起来？那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场合？因为你是活在你自己的这个脑海里，嗯、你并不是在看演出。嗯、但是某一刹那，这个演出打动你的时候的话，你就从这种自我的这个空间出来了。对。然后你就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舞台上，完等这个舞台这个、演出结束了以后，你回家的时候，嗯、你会觉得有点嗨的这种特别开心的感觉。对对。但是你这开心的感觉，并不是说你能跟朋友发一个朋友圈说这个多么多么好，嗯、就是这是你得到了，你终于得到了今天的大奖啊！嗯、因为有些人觉得就是我要打卡嘛。啊，对对嗯、这个不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对,对就是相当于你跟舞台上的人，那大家完成了这个连接了，就是搭在一起这个表演。对,对。而不是说我看了一场。 然后你就有时候你能去恨这个人在舞台上，比如说这个乐队太烂了，哎呀怎么能这样呢？然后你突然一下，但是你也不自我了，你也在这一刹那的话，你也不自我了。就所以有时候我最讨厌的一些演出演成了，我最后反而也可能十年以后特别喜欢的。哎，为什么？至少印象深刻啊！对，印象给我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比如说，嗯，就是早期的那时候加州朋克南方早期的演出。 啊！一个声音我大，这人为什么要碰我？哦，烦、哦、死了！你说这，我想都听了。还有有有，对，就是早年间我去老好运，然后被我那种特别喜欢盒的朋友带着去看盒盒、啊、的拼盘，<对>然后我去了之后就疯了，就所有的乐队都是哦。哇，为什么这样？对啊，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不是？” 所有的乐队都一样吗？他说不不一样。你看这个是哦，那 <哇 S 2> 个是啊。我说对，这这演出我永远忘不了。我,我也去看过，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那个 T 恤的后背上有个脚印儿 <laughs>。<laughs> 为什么要碰我？为什么要踹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laughs>。但是那个时候打开了你的脑海吗？嗯，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冲击，特别冲击。嗯、虽然你讨厌，嗯、也没有讨厌，我只是很莫名，就这这什么东西啊？<laughs> <laughs> 怎么那么难听呢？当时那个想法，对吗？<laughs> 对，而且他们真的觉得他们唱的不一样吗？Uh, 我我可能需要思考一下。对 <So>，嗯。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第一次我去一个十四还是十五岁去一个 rave，那个时候是玩的 acid house 哦。然后那个时代，你知道，在电台里面放的基本上都是那种 Euro Trash 呀什么 a c o d bass 这种类型的音乐。等于我以为我们要去一个 dance party 的话，应该就是那种带 vocal 带人声的。嗯。完了到那块儿，就是基本上八个小时没听到一个人声，完了就是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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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然后我说：“这是为什么呀？这音乐为什么这哪儿？”你们真的觉得你们放的不一样？ 哈哈，<laughs> 嗯、后来就是最后，你看到现在就一直电子,、嗯、电子音乐，电子音乐，电子音乐。哎，别说你这，我想起来，就是本来咱们上次要录节目的前两天吧，我去了一趟那个龙庆峡那边参加一个电影的活动，嗯、然后晚上就住在那个峡谷里边，旁边都是大山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说：“哎呀，我说逛着还录节目了，我说我得听听啊，就是好好听一下。嗯”然后就把你们那张一五年那张专辑就听了好多遍，听着听着我就跳了起来。哎 <laughs> 就我一个人，在我住的酒店那个，<laughs> 那不错，因为我跳不到我觉得那不是非常无趣 <laughs> 对，我就对，但是就是你的身体就很自然的就动起来，对、嗯、我在那一个人跳了一个多小时的舞，而问题是我也从来不跳，对，正 <laughs> 对, <laughs> 对 <laughs> 面旁边没有人，<laughs> 我就、啊、对你反正无所谓。<laughs>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就跟你在舞台上那差不多吧，就是瞎胡来那种，哎，很释放，很释放。嗯 就谢谢你啊！印象特别深，印象特别深。真的太好了，因为对我对就那种连上了的那种感觉，最好。终于有一个人跳舞了，好！而且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大自然跳舞。哎呀，哎，之前你们说过，说二零一三年在哪儿演了一场演出，演特别烂，然后就备受打击，然后后来就乐队都不想玩了。你是不是说的之前说法国那场？法国那场？哦，对对对对，Transmusical，对对。 什么叫演的很差？就是差在哪儿？差在心情、期待。心情是是你们演出有什么失误吗？其实那天，他觉得他没演好，呃，然后呢，我们是觉得我们在台上感觉很明显，然后龙怎么了？那个感觉，啊、然后，然后，因为他那边、嗯、他是真没演好吗？ 他就是我,我后来在后台吐了。他就是演的整个，你看，他一般是从演出开始到结束是这么一个上升的感觉。就是、你从一个低沉，我要慢慢慢慢对。然后他那天是上来就是平的，<对>然后开始往下低，后觉就是然后我一开始我们仨开始想,想躲那种感觉，互相看了一下，想往上抬，然后他就这样，我们就后来就也上一下也就下来了，然后就是那个就结尾的就会有点特别低。那个演出主要是因为特别重要啊，哦、然后我可能前后媒体采访好像做的就十几个采访啊。哦 各种杂志社乱七八糟的话，那种感觉就是，哎呀，我靠！完那时候我想的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是不是变成了中国第一个能出来的乐队，就大出来，能频繁的演那个国外的音乐节，哦、那个真的要是压轴位置那种，嗯、就是他们因为那个是一个推出来人的一个大事，Trans Music s h l 嗯。然后他们给我们的还是主舞台的大舞台的，是他们最重要的那个演出的，嗯这个嗯、所有的人都为了看这个人来的。然后我们是他们的暖场。哦 哦，然后但是这个同时举备了所有的欧洲的大的音乐节的主办方，要是我们把这个演好的话，就定全世界的这种就是大音乐节的选平。哦啊、本身是 showcase 吗？它不只是一个 showcase，它是一个 showcase show showcase，、嗯、它等于就是在最高层，而他们最大五千个人的舞台，<对>大舞台对。对，这场要是演的好了，以后就都有了那种感觉。都有了，然后前面后面的话也是大家给我们这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脑子里面转的全都是一些。 这些事儿，嗯，就是最后有点跟演出没有太大关系了，就是参加高考，对，有点那种，<吧>就突然一下从演出变成高考了，嗯、你知道吗？因为其实 Never Hard 的演出一直都是一种享受，对，沉浸，嗯、对，包括我们在月下所有演出。 上台之前有点高考的感觉，但是那个音乐一起又是一种享受，嗯嗯、因为他们给你布置的那个前面那几百个观众，嗯、他们都是真的热爱音乐的粉丝，哦、他们那个气氛是调动了很多舞台上面的一些气氛，但是那个这次看到了五千个法国人，不止 <laughs> 陌生人九千一万九千一万。 室内大场地的那种，对，然后他们都是感觉每一个人的面孔都是你们是谁，然后你们是中国人，然后你们就感觉突然又背上面带了一大堆这种累赘，嗯、然后就一上舞台以后的话，嗯、第一个事儿就是。 好多设备问题出现嘛？哦哦，中间有一回是吉他出点问题，然后他就更低了一下，哦嗯，就一下掉下来了。反正那个就感觉有有有一万个人在审视你那种感觉。但是我那天我还行，其实你还行，因为什么呢？我没想这么多，我就觉得这个大舞台真棒，这么多人，然后这时间又这么好，我们后边还有一个那么有名的乐队，我就还挺兴奋的。对啊，但是他比较重要，他一低我就就左右，我就就是就他那么说来，我觉得这演出就是 Helen 他不在这儿。 他人没在舞台上，我更多是，我发现了一个点。我这次我们商量了一下，上月下的话，其实就是有了那个演出，我们在月下的表现有一个进步的一个点，嗯、就是你别想那么多实力的事儿，哦、别想那么多之后的事儿，嗯、别想得到什么，就是赢什么，拿什么，也就是拿几位，嗯、别想那么多未来的事儿，就是把这个演出当成一个单独的一个事儿，嗯、演完了走，嗯，没前没后。 我后来过了那个演出，又过了两三年，我在回想那个演出的时候，嗯、我才知道那个演出当时有多重要。他不知道，因为全都跟我说，那经纪都是，嗯、一切都是跟我说，对在跟他说。啊、所以我就觉得，都是因为我想的少，啊、其实有好处。嗯、因为后来同样这个音乐节，这个 showcase 的这个音乐节，我又去过一次，嗯、是那个宇宙企划去的。我、啊、演的是那个一个小场地的亚洲舞台，嗯，然后有韩国的，我是中国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哪儿的来着？ 马来西亚还是什么？嗯，有大概两三百个人吧，全是主办方，啊、离你太近了，你能看到他们的那个样子，就是完全的主办方，就是基本上都是主办方。然后我觉得那个小舞台的时候，我在回想哈尔、嗯、那次的那个大舞台，我就想啊、哦，那天其实是特别重要一件事，后知后觉了，太后知后觉。了。嗯、对，就这次其实月下也是，就我也看到了有一些人是这种思维方式，就会给他们自己其实在某一方面办跟斗。 嗯啊，看他们就突然间变特苦，嗯，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因为我想，其实年龄大有一个好处，你什么坑你都都已经钻进去了，你爬出来，都踩过，所有地雷都已经基本上，这你炸晕我看过，对，但是你复回，你继续还能往前走，那你就发现就是这些东西最后发生了。当时我在后台。 我就拿了一瓶酒，我从来不干的事儿。我在那块儿刚刚刚完后就难受，我就跑到那个厕所吐了一晚上。完，他们都去吃饭喝酒，完是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后台的那个自助餐那个待遇很好，法国就是这个。法国对乐队的这个就就这方面特别好。所有乐队去法国都会变胖啊，对，有的因为真的很好吃的。我还有一次一个法国音乐节，他没去，后台还给我们准备按摩师。 哦，完，oh, 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专门一个按摩厅，你到那块儿，嗯、他们先给你点点香料，啊、弄点音乐，啊、还有什么？完，他这人还不知道是在那块，在你身上、嗯、他妈撒点那个什么香水的那种感觉，完了就给你按、嗯、按完了以后说，你可以演出了。 哎，这种我，我靠，这太爽了！还想想这种待遇，我想象的是一堆摇滚大哥齐刷刷躺一排，在那按摩。没有没有，他们是一个人一个人过去，那个定时间啊啊，不是那种那个那个。没有没有，不是像中国的那种洗中心的捏脚，不是特别浪漫。感觉到那块是一个特别嬉皮的女的，一看就是那种脏辫啊，那个点了很多那个香啊。 然后就到那块儿，就感觉净化你的灵气啊！对，就就有是净化你的灵气。我我我印象里，在法国演出参加的音乐节，或者是没有说这个来这儿乐队，你一看穿着打扮就是摇滚大哥那种。嗯，这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音乐 m o Max 不是 Max，不是那个什么 w a l k e n w a l k e n 哦，那个那个德国那个可能特定的是这样。嗯嗯，嗯但一般就是真的就是融合的东西太多了。对对对，对对嗯，就算是同一个乐队的，嗯、如果这个乐队是一个摇滚风格的乐队，他也不会是。 一排摇滚大哥，那个不会四个那个带链子的光头大哥那种，嗯、对对，带链子光头大哥还存在吗？不是就 <laughs> 还是存在的吧？<laughs> 我在一些，我在排练室碰见过，但是在舞台上很少碰见。嗯，不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哪个乐队叫什么的，他们不是主唱，就是有心脏病吗。我我觉得他们好像更多人，如果是这么去玩一个乐队的话，嗯、是他们业余爱好，嗯、而不是说我经营一个乐队在舞台上发展。对，他们可能白天都在。 干别的工作，晚上就再玩一些他们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哦、或者 o 胖 punk o punk 的乐队，一般也是这样的。对、哦、啊，这还是是、嗯、就好像队服一样，就是先剃个头啊，弄个 <laughs>。有点像那个，比如我们下班了，然后晚上还是这几个朋友一块儿换一身这个球服去哦，嗯、去打一个球的那个感觉。我、哦嗯、也不也不是说为了组一个队参加拿好成绩什么的，嗯、不是这么想的。嗯。 那那场演出对你们的那个影响有那么大吗？因为在某个叙事里边，好像是你们因为这个演出，然后后来乐队就那心气儿没了，慢慢的就不太活动了。实际上，当时 Nova 从发完专辑之后就。 演出越来越少，主要什么原因？主要不是说那场演出，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冲击力比较大，然后啪爆到那块儿。完这个演出演完了以后，就有点感觉，就是自己走到了最后一关，不能更好了，好像没打过，然后又回到零，你知道吗？就是像这个游戏，哦、你知道玩，你走到最后一关嘛，哦、往后没打过这个大的，这个、又从第一关开始打，又从第一关砍掉重量。对，就是。 我的心思是有点那样走，但是主要是因为我可能身边我没有一个够好的心态，我自己个人没有一个够好的心态。嗯、但是其实也没有掉到，就是又回来又正常，嗯、回到正常。是但是我们越来越少的原因是，一是我们的乐队全都有一些生孩子的愿望，等于就碰到了正好这个人生节点。 哦，他说他和石路对，包括、哦、包括松灿，嗯、对，都有，嗯、就最后就差你了啊，就差你了。我想的少，<laughs> 不是就差你生孩子了啊、嗯！我当时就是还是那个状态，我要啊那个好奇心比较重对音乐，然后要多演、多看、多学，然后就是我想再做点新的。我老是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每天围绕着这些想法就在听歌或者玩乐器什么的。 你看乐队一个人一个人跑了去，去去弄娃去了。那比如说你们俩那时候如果本身正在状态，就想好好弄乐队，结果别的成员生小孩或者是没时间了，那你们俩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不能解的问题了吗？呃，也不是，我觉得就有些段儿是会面对这个情况，哦、就是我们正好我们年龄都差不多，等于就碰到了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哦 他们是同一个时间有这个观点，但是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个时间、哦哦、不是那么简单，凑一块就好几年。因为你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想的话，就是我明天就想生，那没戏，你知道，你得啊，你得切得努力啊。其实你那时候就也想，就是有这方面的。 我是第一个想，要，但是石路赶得比我前。哦，他那个他那个有点儿呃动作突然。但是意思就是石路他就是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做的很好然后现在他也很好，状态很好。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时间他做了一个小的唱片公司算是唱片公司。然后没孩子的时候，对，组织一些活动，然后签了几个乐队，然后也想就是把我们走过的路，就是再分享给这些乐队，包括制作什么的巡演。 就就开始对这些事儿感兴趣了、哦。做了什么论坛，嗯、也做了几个论坛啊，做好多、哦。中国文化的论坛带到外国去啊。然后、哦、那段时间就是注意力比较分散了，不完全在。 乐队这一件事儿都有一点儿，好像那个时候正好就碰到这个年龄段。嗯、其实好多事情，你要回头看的话，觉得好像、嗯、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状态。嗯，因为你在二十多岁刚出的时候的话，嗯、你做一个乐队，你能把百分之百自己都交给这个乐队，因为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小宇宙、嗯、啊。对对对。但是那个年龄大了，然后生活一方面追上去，另外一是那最早的这个就新做一个事儿的感觉，嗯、这个劲儿也慢慢就消失了。你觉得啊，巡演真好，然后巡演三四次以后，都觉得巡演真累。 啊，因为其实也好多东西就是重复嘛，哦、对对对重复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玩儿、嗯嗯，对，就没法让自己一直顶了那么高的那个，对，你顶不动，顶不动。不动但是那个从来没有对音乐本身消失了，嗯，因为这个东西玩的也能玩太多了，是太深了。嗯，完就我们也是，就是这个劲儿正好碰到我们都号一下顶上来的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三十出吧、嗯、这个年龄，嗯、但是你顶到这个点的时候，大家就。 三十中了，你知道就一下，就碰到了一个比较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换期。嗯嗯、其实我们都已经算晚熟的，<对>好多人也可能他们二十多岁就碰到这个了，<对>我们就是顶到三十多岁顶不住了，<对>完就碰到。好奇心太重，那时候就国外演出真的太喜欢走路了，有车也不坐。嗯、对对，那时候就玩嘛，就、哦、就特逗的一个事儿，就他们非要在洛杉矶走路。嗯。 从市中心走到海边儿，整整才二十多公里。当时只有我，我有一个那个有导航的手机，然后我不能把我的同伴丢了，你说都找不到了。二十多公里，这个是在很多城市都发生过。嗯，就是想看看。嗯，对，因为海伦是很早的时候就是在国外一直生活，嗯，吃过见过。博轩可能就是他说，在我第一次去洛杉矶的时候，对吧？啊，不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他那好奇，我在上学。对，因为他出去看世界比较晚。 嗯所以一下就那个也不是，他只不过就是看看就洛杉矶表演，洛杉矶表演啊。哎，那你去印度是哪个阶段的事儿？印度是一五年的时候吧。年啊、然后那个是我们要有一个特重要的演出，在那个英国的格拉 m e 尔音乐节嘛。啊、然后那个是之前的一个月，本来是要排练的，嗯、但是也确实排练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行，我现在得去趟印度。”他可能听我我说：“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回来没几天，我们又出发了，去英国。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时候晒黑黑的都。<laughs> 我我那个时候是我特别着急，我就说不行，嗯、我不能拖了，我今天就得去。嗯。但那个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想买把琴，我要去那儿挑一把吉他琴，吉他琴，哦琴嗯、因为我买不到。然后我要了解这个琴，这儿没有人知道。嗯。就是会也有人跟我分享过，但是我一听我就觉得是，呃，自己网上看的那个不对。嗯、然后我就得到那儿去一趟。嗯。你是在哪个瞬间就是觉得说我得？ 学一下西塔琴这个乐器，因为比如说你先听音乐，你听乔治·哈里森或者是那个拉维·山卡的西塔琴演奏，咱们都听过嘛。在我第一次决定去印度之前那一年，啊、我能把我在网上找的所有的印度古典音乐都听了。哦，嗯、去之前就已经在听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吧？为什么呀？就是喜欢听，我就开始好奇，然后发现东西越来越多，嗯，一直找嘛，一直听，但是我确实找不到这个群，找不到这个入口，嗯、或者这个音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你觉得大琴的那个魅力在哪儿啊？它的音色还是它的什么调之类的东西？嗯，首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种科学，音乐语言也不只有一种。嗯嗯，嗯这个是我最大的好奇心。嗯、然后，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一千五百年的、两千年的这种传承。哦，这个也是我特感兴趣的一个点。嗯，然后就是想照一下镜子吧。其实不是因为拉卫·香卡，也不是因为乔治哈·哈里斯。嗯。 我是真的在现场看了一个古典音乐家的那个演出，个吧不是那印度的、那个，在北京，在北京看，在北京啊。然后当时是民族乐团的一个邀请，嗯、哦，我正好拿到一张票，我就去看了。去之前我不知道会给我这么大震撼，嗯、呃，当然那个音乐家也是来维·香港的学生，我、嗯、是跟他学了四十多年，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哦,哦，而且特别巧的就是我已经接触这个琴四五年了，当我最后一次去想换一个好的老师的时候，嗯，跟他学了。 学到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俩要聊天，我发现我第一次在北京看那个人就是他，啊啊，就是他，对，然后当时就是我很奇怪的这个感觉，就学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我一开始不知道，啊啊，然后我就翻我当时拍的照片，那个手机当时还照片不是很清楚，嗯，我离得比较远，然后我就说这个人是你，我说这个人没有头发，他说啊，我当时没留头发，哦啊，我我就是因为这个人爱上了谢大姐啊，对，这个人就是我，对。 就是这个，你说是很巧还是缘分？我们好像都这么说，好像也不对。嗯，那往印度跑那段时间，就是那玩儿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太多演出的时那时候活动不是很密集，嗯、不是很密集。嗯，是<吗>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设计去外国去演出，但是中间会空出来，也可能三个月、嗯、五个月。嗯，然后偶尔有个音乐节什么的。对，偶尔有个音乐节，因为我们也别那时候不做巡演的计划。 嗯，因为成员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不稳了，因为那个重复排练很累的哦，就是吉他手，他离开了队儿以后的话，我们就不停地再的在换吉他手，因为每次排好像就是在排老歌然后再培训新人哦，对，就感觉就特别的不好玩了，有点儿、哦，就陪着这个新吉他手去熟悉。 你们这歌，然后过段时间又换新机的时候，对对对再来一遍。因为我们也是换的，就是想找一个就是跟我们差不多一个年龄段的，但是每一个就跟我们差不一个年龄段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就比如说钟伟，他他是一个摄影师、哦、他也可能去去拍电影了，然后就跟我们演了几场，有的说对不起，我就去拍半年，哦、然后就走了、哦。我们之前有换过四个吉他手，哦、然后这四个吉他手现在都在国外生活和工作。嗯、哦。 <laughs> 基本上就是感觉，但是那么二十一个，好像就牵绳住一样。啊，这也是一种缘分。对，最后实在换不动了，然后他就说：“嗯，咱们别找人了，你谈吧。就”就就对，嗯、因为我一开始我不想谈，我不想带那么多效果器。嗯、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他说：“哎呀，就被锁请锁，就一个琴就走了。<laughs> ”我调那么多效果器，因为那么多年可能不是特习惯的事儿吧。嗯，但是没办法，后来现在还挺习惯。嗯,嗯，然后今年重新玩的时候，三月份一开始在 DDC 我们演了。 一个演出，小的演出吧，然后交了好多老朋友。哦、演出前排练那一星期，我到处翻我的小古琴，<laughs> 桌子底下、床底下。他那段时间就是不停的跟我说：“你知道，你你走这么多年，我好几年没弹吉他了，那个每天晚上还抽筋儿那种。<laughs>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会录一些音乐嘛，包括或者是配乐什么的，都很少用吉他。 真正的一个，我觉得就不是音乐了，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应该就是 Helen 从怀孕开始算，去德国，然后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我我感觉，其实我就没有那种卡的特别准的一个点，哦、就是啪，哦、这就是一个人生阶段的。哦，它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积累，积累，哦、只不过就是机会到这个时候，嗯、正好是碰到了，一切都连接在一起了。我生孩子第一年刚回国。 是孩子来见老人，然后就准备把德国的房子收拾收拾，租出去，就正式搬回来。哦，做乐队，然后就跟博轩演了一场什么，就是当时周迅的一个自善、嗯。嗯，们演完了以后就说：“好，那几个星期不见，嗯、我回去了，收拾收拾东西回来了。”然后我们上飞机的那天被通知，呃，武汉封城了。哦，所以原计划其实是带着小孩回国，然后继续把乐队。 玩下去，对我们都在商量说，我们这张专辑都是录了这么多年、啊么么。对，然后等那个可以放慢速度啊，<laughs> 啊因为他要带孩子，所以可以一手一手再整理一下。嗯、结果就到了德国之后就回不来了。嗯、这跟刚才咱俩,俩聊那个，嗯、我要是去墨西哥去玩了，你要去日本了，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哎、<laughs> 对对对对对，我们俩刚才在在聊，就是他是那个事儿之前去日本玩，但是他回来了。啊，对，我是那个事儿之前我犹豫我要不要去墨西哥啊，但是我没去，我要去了我也是一样的。 哦，回不来。对，我就想当时我要是晚回来，可能一个礼拜啊，我就被困在日本了，可能就得困个一年半什么之类的。对对，完全就是感觉是另外一条人生的故事线了啊。对，就谁也不知道在那个故事里边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那样被困在国外一年多。其实那段时间你好像是你跟我商量你要去墨西哥玩一圈，嗯，因为那时候那个艾不是在墨西哥吗？对对对，我们的制作人啊。 但是要去的话，我就是三年在墨西哥了。嗯，没有，艾最后就在墨西哥待一年半，待不动了，他回我妈估计也把你给轰回去。<laughs> 不，不会，<laughs> 我那儿还有 <laughs> 还有别的朋友。但问题不是这个。当时如果你一年半你非要从墨西哥回来的话，那个费用很贵，对吧？嗯、那个钱如果你在墨西哥原地花掉的话，你看我这个艺术创作上多有帮助。包 <laughs> 包括那个艾，爱他说在墨西哥确实没活儿，那段时间就是所有的酒吧 club 跟中国一样，啊、就是也受了很大的打击啊、嗯。但是在墨西哥也不需要接什么活儿，啊、因为他消费也低。 对对，对然后你有一个事儿的时候，你能花好长时间消化。对，但是发霉在墨西哥不太好玩而且他那个爱说最后为什么就回来了，也是因为在那块儿就发霉了几年，就觉得算了，还是去罗马吧。哦嗯、我还好我，我有事儿干，我有孩子。嗯，但是我好多朋友也是在困在外面的时候的话，就特别难受，因为他们感觉就是在发霉。二一、嗯、年的时候的话，这边都是好多活动，好多活动啊，对对对。然后就就有些朋友在国外还困在那儿在扫。<laughs> 早 <laughs>，我靠！他们音乐节巡演演出，的，们他们也难受。嗯、等于现在回头想的话，就我们都正好利用了这个事儿，来把自己的一某一些阶段给，给、嗯、某一人生的一些，就当时就一直拖拖拖的这些东西给做好了，沉淀、嗯、整理。嗯，对。我们刚才说，其实疫情这几年改变了很多人嘛，让大家的心念发生了一些转变，可能会活得更开阔一点，什么之类的。嗯、对，那 Helen。 等于说是又赶上疫情，又生小孩儿，然后又回不来，这几个事儿赶一块儿了。嗯、你觉得在那个状态之下，还分手啊？哎、孩子吧，还分手。我、哦哦、我这不没好意自提吗、啊？没事没事没事。<laughs> 对，对单单身带娃嘛，啊、对，因为那节目里也说你产后抑郁什么之类的，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不好，但是。 其实有一个点，就是那个时候我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回去的时候，好多不好的事在积累的时候，我有一种想法，就是现在疫情正在发生，然后我一个人带的孩子在德国嘛，那个时候就跟他爸正在闹分的时候，说我突然感觉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价值开始有一定的认识，因为我其实到那段时间，我对我自己已经觉得我。 我的存在，我都怀疑是有没有用在这个星球上。为什么呀？这是一个抑郁症的一个现象。然后也是，就我、哦、我有一些不太想提的事儿。但是比如说那个很多人他们在人生中他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东西，嗯、但是你离不开。嗯、就不管是人呢、啊，还是一些依赖啊，还是一些等等等等。嗯,嗯或者有就是一些思维方式，或者一些社会观点，有时候也是一些不好的事儿。嗯、但是你就你知道这个对你有伤害，但是你离不开它。 嗯、然后那个你在个别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好像，哎呀，一直都被这些东西这围绕，围绕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产后抑郁，然后我有一天我看到孩子说不行，因为我现在一个人在德国，要是没有我，怎么去照顾他？那我必须把我自己给管好了，那我就一项一项开始去找这些点。然后那个时候正好跟孩子爸爸分手的时候，我想我。 就是孩子还小，嗯，那我们要两个人能把这个事儿给做好的话，那对他也可能负面影响不大，嗯，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个心理学医生，然后碰巧疫情的时候的话，有很多那种网络的那些心理医生，对。 在线的心理咨询，呃，在线心理咨询有一个国家补助，嗯，就是你能三分之一啊，就能请一个大夫我就跟你聊，嗯，然后我说，哎，靠，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吧，他本来就是便宜一点在网上，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补助的话，嗯、那我就疯狂的去利用吧，嗯、我们跟他爸谈了，什么能不能我们一起就是去这个所谓就是咨询一下啊，家庭咨询，对，自家庭咨询，哦，知道、这个，但是他老不来，啊，后来就变成我个人咨询。哦 <laughs> 啊，完了 <laughs> 就个人资讯就个人资讯吧，反正就通过他，我跟上学一样，他就就教我怎么去控制我的情绪，然后在控制我情绪以后来调整我的这种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等等。嗯嗯、其实，大部分人他们在上学都教你怎么去算那个账，嗯、怎么去等等啊，就是他会教你很多这些技术。 但是，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学会自我调整的这个心情的这个技术。对对对，啊，这个技术其实很重要的，因为你没有身体健康，你就没法好好做任何事儿。那你为什么说心情健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大家不说这个。对你心不健康的话，你心情不健康，你的这个情绪不健康，你也做不了这些事儿。然后等于就我上了一课，就是就是因为新冠还打折上了课。我也是二零年，就是新冠来了之后，就是。 心态崩了啊，对，主要是大环境的一些影响吧，然后开始做心理咨询，然后一直做到今天。好吧，啊，对，三年多了，对，对我帮助肯定是非常大的。对我其实推荐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病，你就去啊，就你就当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一样。对，不是说你有病才去锻炼身体，对吧？ 对对对，就是你发现，其实你大脑就是一种肌肉，你的那个神经就是一种跟血管一样，嗯，它也就是一个电律，从一个点到另外一点，对对。所以你能去训练它，你能去训练你的身体、你的大脑、你的情绪。然后你你说实话，这些训练你慢慢开始做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有一些原来也可能三十多年你都需要的工具，嗯，但你一直没有。我跟博轩也聊过，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在国内长大的。 我虽然不是国内长大，嗯、但是我是六岁到国外，但是还是我妈爸都是典型的那个时代出来的人。对，他们那个时代就是完全没有这种观点，就完全没有这种资讯。哦、对，他们也是就尽可能做到他们最好给我们的信息，<对>但是他们就做一个零，也可能顶多就给我们一个一，但是我们需要也可能十。嗯嗯 对对对，等于就我们从小就没有这个环境，嗯、就妈爸妈爸妈跟我们说话的方式，也可能他们也不理解，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这个环境。很多他们都是幼儿园<是>那个时候，有时为家里面要工作的话，一岁就给扔到那种那个大部队的那种幼儿园，然后没有那种关怀，没有那种小朋友那种怎么去爱，怎么被爱，怎么去跟别人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嗯、呃，什么时候你需要静下来、深呼吸，这些都没学过。嗯、然后最后诶学过了以后，哇，改变太大了。 嗯，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例子吗？比如说以前遇到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一种方法能够让自己不会一直陷在里边，能把自己给拔出来。具体的，比如说那个就是法国那场演出，嗯、然后就比上月下啊、嗯哦、这次，因为就你要说压力来说的话，那法国演出其实跟月下的压力也可能、啊、比月下的压力还少一点。 哦啊，因为月下也可能啊、哦，月下也这么大压力不当然了。你想，你们那个大环境啊，然、哦、后别人因为有三年了，你看第一年没那么多压力，因为大家还不知道。哦、但是你你沉淀了三年了，你身边也可能所有人说啊，你上这节目怎么怎么一啊二三四，嗯、2> 1, 2, 3, 4, 就这些信息会比较偏多。嗯，嗯这么多镜头，这么多那个音乐人对坐着盯着你，<对>这么多乐队来着盯着你。 然后也是乐队这四年没活动了一下，这个大机会放在你面前，你也不想丢人、哦，一轮游那样的。就像我那个在舞台上突然一下崩溃，腿不行了。然后真的是两个星期我在 MRI 做手术了。然后这些都在整个一过程中，我就发现哦，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脑子开始往这个不好的方向走的时候哦，那我允许我自己大哭一场，嗯，然后深呼吸就过了。 嗯嗯，完、嗯、了、啊、就因为原来是崩的，不允许自己哭，我得立起来，我得劲，哭就哭。你该有些时候你就得发泄，对对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发泄是给自己有一个极限。嗯、比如说第二场就是刘德华那场演出，不是腿坏了嘛，嗯、然后我一直都是撑的，就是笑眯眯的在舞台上啊。嗯呵呵 其实挺难受的。然后，那个也是在救护车里面的话，也就是几个制片都在。等于我就不想让他们心情不好，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小，也没见过这，挺难受的。完，当中一个制片他腿也前段时间也坏了。等于我觉得不行，我作为姐，我得撑住。然后你一直都是笑眯眯的，非常就是还挺开心的，开心的那种的。其实一直都是崩的。然后到那个 MRI 在扫我那个 MRI 给放的 MRI 机的，大家都离开那房间了，我终于一个人了。我进到那 MRI 里面，我就一直在大崩的，在那大哭啊。 那 <laughs> 里面，因为那 I 的，哎、<呦>我想那 M I 的声音在扫扫扫完，哎、<呦>那个时候外面的人都在外面，完了那个技术也不在那屋子里面，这是我自己的空间，我自己的空间，我就允许我自己有一切我要发泄的，要心疼的,的，都啪全都出来了。<哇>那个十五分钟过了，就知道这音、嗯、慢慢开始出来，赶快擦擦一下，没事儿了。<laughs> 那时候已经不是假装了，那时候也觉得好像过了，嗯、因为。 你就在每一个负面的点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情绪游的话，你必须得想，那还有什么好的事儿会发生？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就摔了一下吗？反正没有一轮游也过了那卡了，嗯、就过了吧。哎、<呀><好>那天我后边的时间我很颓，他很颓，我一个人还要面对镜头坐在沙发上一天。<laughs> 他没机会去，晚上继续大哭一场。<laughs> <laughs> 对我还要坐好了在那儿。哦、啊，哦就是他去医院了，你还得去那边营业是吗？<laughs> 对，我还得继续坐在那儿。 但是就我们俩人坐在那儿，所以其实也也没怎么给我镜头，因为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太奇怪了。一直这样，不是 <laughs>，我,我很丧那天，我说怎么办？啊？然后这后边，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哦、<就>你会担心他那边万一要是怎么着演不了了这些事儿吗？这肯定会担心，嗯哦、这个是正常的，演不了了或者心态崩。就具体是一个什么病情？不是说我们演得了，他后边这么多事儿，他怎么办？哦、怎么怎么养这个事儿？然后我明天是不是还要自己坐在这儿？啊？是吗 <laughs> <对>？啊。 <laughs> 我真的就哭了那一下，就完全挑过来了。也不是挑过来，嗯、是那时候我那个心理医生跟我说，嗯、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特别的人会对自己要求很高、嗯、我不能，我可以，我不许这样。但是其实我们都是人，完、嗯、我们都有的崩溃的一刹那。嗯、但是你在崩溃的一刹那的时候的话，你要给自己空间去崩溃，完要回来。嗯，回来的原因就是说，OK，好，我发泄。 其实这个身体需要发泄，嗯、对对对你知道？你一发泄啊，你就是大声喊，<对>或者就是他不是那个，应该是有一些医生不是让那个，就是你这、啊、呀大喊一下，为什么呀？因为这一下你这所有的血液都咔活动一下的时候的话，那你就能静下来了。其实因为你憋的时候的话，是,是状态最不好了。对，因为我们在城市里边，大家很难找到一个可以。 大声嚷嚷，还 <laughs> 对对对，不会打扰别人，的地方，不会旁边邻居咔咔咔说，对我报警啦！说北京在那个、哎，你现在能理解那个核乐队的现场吗？<laughs> <laughs> 哦，终于了，治病了。北京在那个双桥那边有一站叫双桥农场，嗯、那有一个医院叫朝阳区第三人民医院，以前是朝阳区精神卫生中心嗯嗯然后呢，就跟那个安定六院是一样的。 有段时间我去那边去做那个心理咨询，顺便那时候失眠嘛，开那个失眠的药。Uh, 然后他那个农场、呃、不是农场那、这个医院外边就是一大片空地，然后只有树什么之类的。Uh, uh, 然后旁边呢天上过飞机，然后那边跑汽车，然后门口特别空旷。有时候我去那儿拿完药之后，就问小顺那边就是开始溜达，一个人溜达一小时，就不停的嚷嚷，然后唱歌 uh, uh, 啊。然后呢我呃特别有安全感，因为首先那儿的路人特别少，然后呢。 就算有路人，上面有飞机，旁边有汽车，声音呢也都噪音很大，也能把我盖住。再不行，他回头一看对面，哎呦，精神病院，对对，无所谓。对我就觉得哇，对我就对面出来怎么着吧，哎，特别放松。不像在北京你大街这样的话，要大妈说你有没有病？啊，对啊，没病的话你闭点嘴。我这边遛娃呢。然后，而且关于就是碰到这种倒霉事儿啊，就比如说。 腿摔的，我我我有一个，不是摔断腿，而是说就是遇到一些不太顺利的事儿。我有一个小经验，我正好正上录节目，我也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今年也碰上过一些很不顺的事儿，然后已经也精神崩溃，也哭，然后也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就想说，我有什么办法让这个东西它不成为一个阴影，一直在纠缠着我？嗯，嗯我会去刻意的做一些，只有发生了这件不好的事情。 才会发生的好的事情啊！Uh, 对，给给自己一个奖，对，给自己一个奖，对一个讲这重要的。就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坐飞机，嗯、结果由于什么天气原因什么之类的，今天飞机那误机了，走不了了。嗯，而且确实耽误我事儿了啊，我确实也不开心。那今天晚上我就见一个我一直想见、没时间见的朋友。对，对然后每一次未来，我想起这一次很愉快的见面，我就要感谢这次误飞机。 嗯，对，我是这样去去，就怎么说，就是对我我给自己买了一个麦当劳，对对对那天对对对那天我就回到医院，其实都是训练方式，都是训练方式，对对对对，让自己不那么难受嘛。这并不是给自己不那么难受，其实我的医生他给我发了很多书，让我读了很多书，这我我忘了是当中哪本书里面。他更多是你的那个恶性循环吧，就是在这个负面思维里面，你得去打破这个循环，对对对，然后就回正常。 嗯，就比如说，就给自己发一个奖。嗯、就比如说那段时间月下，我们都不太敢吃麦当劳，嗯、因为就是大家都首先是盒饭特别难吃，嗯哦、不是很好吃，很好吃。<laughs> 我觉得就有些人就就就不要这样说，<有> <laughs> 要不要就这样说？下次都不给我，就做的更难吃但是那个大家都在馋盒饭。<laughs> 对，因为我们说啊，这次上月下，因为吃完麦当劳有时候也有点恶心，那那那油不是特别健康。哦、对，就说你说我必须要吃健康食品啊。然后我们就怎么好歹就我不是那种特别诚心减肥，嗯、但是也得不吃碳水化合物。 啊等等，然后吃的这些这样、嗯嗯、后来最后那个回家路上面的话，突然一下想，我点个麦当劳吧。嗯，那完就正好那时候我们的一个经济说你饿了吗？我说饿了。我说我给你点个麦当劳。嗯、我说你想到了，我想到了。你没想那事儿，刚,刚给我点了一个麦当劳，嗯、给我摆了一大桌点到了。我就猛吃。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觉得好像。 就摔了吧？吓死我就就说那想一些好的事儿。那、oh. 要不用上节目也行。就是就是，要是我不上，我必须得照顾好自己。嗯、然后还有那个医生给我说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必须得很明确的在你人生中排好你自己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嗯、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第二最重要？第三最重要？然后你看任何事情的时候的话，你不要只是在此时此刻看这些事儿，你要把它给时不时回归到你这个单子里。嗯。那我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最重要是我儿子。 对吧？我儿子那个能有一个健康的成长，嗯、能得到爱情啊，嗯、能得到好教育，嗯、能得到爱情其实大于教育，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就是对他的教育来说。嗯、然后我要跟他有时间。然后第二就是乐队能做音乐，能做艺术，能我们能有一个艺术生活。嗯。然后第三就是那个自己身体健康，其实也能排到第一或者第二的位置。啊、嗯。这个三个东西，我就想这事儿。OK，好，那行明白了。嗯、其实后面发生的事儿都明白了，嗯、没有什么。 过不去的，不上就不上嘛，没人了不起的。这对我这个最重要的三个事儿也没有太大影响。嗯嗯，就没什么影响。哎，顺着你这个一二三啊，当时录节目的时候，就是那个综艺里边，你就说了，你就是二，子第一，我第二，乐队第三，好像是这么说的。对对，不是我的身体健康第第二啊，心理健康第二，心理健康和身体。对，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其实我作为就跟 Helen 就算同龄人啊，我比 Helen 小一岁，会有一点疑问，而这个疑问呢。 实际上是很容易被反击回来的，嗯，就是为什么小孩是第一位，而不是自己第一位？因为要反击很简单，等你有小孩你就明白了。但是我真的不，<laughs> 我真的不明白，<laughs> 你不明白啊？对，如果你不能把自己搞好，嗯、怎么可能把小孩搞好呢？肯定要先搞好自己啊！我是这样思考的，我理解的是你搞好自己，有时候会出差错，但是也问题不大。小孩不能出差错，<laughs> <laughs> 没这个余地，可能。嗯,嗯，其实这就是一种。 怎么说？自己身体健康一定重要。嗯、就比如说，你要是为了孩子身健康吧，对对。但是你知道，你刚生孩子的时候的话，你说啊，我要是最重要的话，那你有时候孩子饿的时候你就不管他了，因为你你需要睡觉。但是他一能两个小时就起来一次，那你你你丢失你的睡眠，你才能把他给管好。嗯、在这里面我就这样说吧。嗯，我已经活了四十多年了、嗯、啊、嗯、我的人生是已经过了这个终点的这个位置了。慢慢慢慢慢，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该的事儿。 我觉得那个所有的人类和任何动物啊，还有这个宇宙所有的进化，都是因为有一个东西能老化，嗯、然后有一个新的东西能崛起，就是死亡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就我们过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嗯、我们我们是有一个生活，有一个整个一个节奏，嗯，然后它刚开始，嗯，等于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的话，就是从一个大宇宙的看法的话，它比我重要，嗯，因为它是希望。 那你比如说，你会说，或者你会觉得说，你很大意义上是为了他活着吗？还是说，你还是为自己活的？没有，我是为了一切，就是你没不用那么说，非常简单说，说、哦、我只是为他活，哦、我只是为自己活。嗯、其实你这个把这个话题弄得很简化，嗯、就好像我们人就是一个人，嗯、就是我们活在一个小孤岛上面，嗯、其实我们是人类。 我们是社会，我们是家庭，嗯，这些东西都是连贯起来的。嗯、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其实，我们要是单独的一个人的话，你也不会做一个访谈节目，因为你干嘛？嗯、哎，你访谈我有什么意义，对吧？嗯，嗯我们还是想知道，我们还是有连接，我们还是有交换的。等于我们要是单独是说他重要还是我重要，就这个话题有点走歪了哦，其实是一个整个这个连贯性的一个故事，就是你不管是看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嗯、都是有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善。嗯、但是善是对谁善？嗯 是对自己善，还是对孩子，还是对未来善？其实，在某一方面，我们对人类善，嗯嗯，嗯我们这个善良其实是最重要的，在所有的教养里面都是最重要的。对对、嗯，那这个善，其实我说他重要还是我重要？我觉得善重要，嗯，然后善也是有一方面的话，知道，OK，好，我该让的时候就该让。 对吧？我该下台的时候就下台，嗯，我该让给下一代。我这个生命，其实，在这某一方面的话，我虽然还是在吸收，我还是在成长，我会成长一生的。嗯、但是，我在某一个点的时候的话，他的成长也可能就是大于我的成长，因为他是下一代，他是希望，他是未来，嗯。然后，我必须得在某一方面的话是搬，是半让半成长，嗯。然后，这个让，其实某一方面的话，也是我的成长，因为学会让，嗯、学会善。 不管你是信佛教还是道教，还是那个基督教，还是天主教，还是那个任何教啊，你都是在学会善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往后最后这个让，也是一个你要需要做的事儿。 说爱这种情感，那么对自己的小孩的爱跟对别人父母的爱，然后恋人的爱、朋友的爱，还是会很不一样，是吗？首先，大自然就已经这样举备了一些工具给你。嗯，我虽然已经听过几个采访也说过的，他应该觉得很无聊，但是就大自然是让那个有一部分你的大脑在妈妈出生孩子的时候就会长，就叫 a m i g d a l a 是一个。 控制你的情绪也是在某一方面是给你恐惧感的一个部分，也、嗯、但是也是让你有责任心。嗯，这个 m y g d a l a 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的话，妈妈的大脑就会自然长，就会长一部分，嗯、就是它直接就让你长，哦、必须你必须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小动物很脆弱。嗯，你要没有这种责任心的话，它就活不下来的话，嗯、那你这个动物就生存不下，你整个这个人类就不会有了，继续有。等于这是大部分母亲会有的，但是你要是不照顾孩子，它会缩。 哦，oh. 你要继续照顾孩子，他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慢慢慢慢他会平衡到，等于你的脑子会慢慢慢慢有一定的改变。哦、oh.，对他会说妈妈脑啊有点糊涂嘛，因为你想你一下改过来的话，那你血液啊还有这个思维循环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乱。这是为什么有产后抑郁？嗯、其实这不是一个妈妈的责任啊，或什么责任，这就是大自然举备的一些工具，能让人类继续啊、呃、有人类。哦，oh. 但是爸爸，嗯、<laughs> 爸爸。 爸爸刚孩子出生的时候，很多没有。嗯，但是要是他们照顾孩子，就是他们频繁的去照顾孩子，也会长甚至跟妈妈一样大。哦，我不觉得无聊，我也在边听边学。对对，你荷尔蒙都会调节，等于男女的荷尔蒙在慢慢、慢、慢慢这过程中的话，调节的都很像。嗯。 只是他们照顾孩子，只是他们爱孩子，等于他们为孩子担心。我每天带孩子玩，喂孩子，就是失去一点睡眠来让他那个孩子能睡好。发烧的时候的话，就是需要慢慢去照顾他，安慰他。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以为是付出，但是其实在某一方面的话，也是在改变我们整个人人的这个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荷尔蒙、激素等等都在改变。 等于在相关是付出也有得到，嗯，然后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好感，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去玩那些激烈的东西啊，嗯、都是为了那个 serotonin 一些这种那个荷尔蒙。我告诉你，生孩子也会给你，但是你必须得付出。哦，就其实特别奇怪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你不需要一些喝酒啊、别的呀、啊、玩法啊，嗯嗯、本来大自然这些东西都是具备的，不是为了这些，这些东西都是为了。 能让人类能传达自己的这个基因，能到下一代。我身边也有，就是少数啊，啊也有男孩就是有孩子了以后，嗯、带孩子带的时间特别长，而且特别好的。嗯、我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吧，他就是带小孩带的特好。然后我就问过他，哎呦，我他说你怎么还不有个小孩儿？我说我真的怕我带不好。然后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带。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你记住这事儿。我以后突然有一天送一娃过来说：“是不是？会不？我送过来了。”我在那儿我说：“你那个呃，对，教小孩弹吉他呀，或者参加别的乐队这事儿，你怎么好像没怎么做啊？”他说：“啊，我大部分时间在带孩子，这个比较重要啊啊。”哎，你自己你怎么这个孩子这个？ 我焦虑的可能比较多吧，在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把一个给一个小孩好生活，我呃挺没有自信能把这个事儿长线条的做好的、哦。这是顾虑的部分。那如果你未来你有小孩的话，嗯、你会是像海伦一样这样对孩子非常的关爱，然后那个我猜我猜我肯定会，我他会这也是我、啊，这也是一个更担忧的一部分。他他对他的宠物，我都能看出来未来了，啊、就是他那个。 他的投入度比我还高，我我老容易把我的小宠物那个给宠坏了。他是那种，就是他一霸道总裁，他他一跟跟我有时候变得特别坏，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人，对，因为博轩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嗯啊，大部分时候，嗯，他有他他他那个不温柔温柔的时候，对对，但是他就积累积累到一个点往要崩的时候的话，突然一下就是，哎呀，也没什么好方法，想不到你还这一面呢，都有都有都有嗯。 有些人也可能就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嗯、他就是能存很长时间。哎、嗯，那你这么把自己的爱吧、时间、生活呀，对你付出在孩子上？因为我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前两年生小孩儿，然后他因为一件事儿，然后自己有段时间就很崩溃，就是他想当一个完美的母亲，对，因为他也是很爱自己的小孩儿，对对最后因为想追求完美的一件事，把自己整崩溃了。对对对对，这个好多人就。对，他最后就放弃了完美，说我不要做一百分的。 母亲，我甚至不要做九十分的母亲，我就做一个六十分的母亲，我只要及格就行了。嗯、对对对，然后他就他的病好了，啊、嗯，其实这是一个新的一种我对女人的虐待吧，多病多就是所谓的这种完美的母亲，嗯、就是要带她上多少补习班啊，然后对她有多大大的爱呀、啊，嗯、她所有的毛病都是你得冲过去来帮助她解决啊，嗯、然后就是天天为她的未来担心啊，等等的话就特别崩，嗯，然后其实。 最后我发现了，就是孩子会对你的情绪比对你的行为还敏感。嗯，对于你一个特别崩的一个母亲。 反而你觉得你一切都必须得做的百分之百完美，就他不能吃一口那个垃圾食品，他一切都必须得是最健康的，嗯、他必须去最好的学校，他就一直蹦蹦蹦蹦蹦，然后同时他也不能受到我这边的压力，我让他他又开心又怎？对对对，<是>还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嘛。对对，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孩子反而也可能受到了一个负面的点，就是他你太崩了，嗯。嗯 像我也之前就是到德国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读了很多呀，怎么完美去那个教育孩子，完美完不能让他看视频啊，等等。我已经放弃了看视频这事儿了。嗯、我们家里面的 iPad 基本上他已经跟他的 iPad 这方面依赖，但是我们在修改，我就用一个别的方式来调试他。嗯、后来我发现他现在对 iPad 的依赖没那么高了，哦，好多。 德国家庭超级控制他们的视频的时间，哦、对对对就一天就不给，或者就是一个星期，顶多两个小时、嗯、或者一个小时。对，我们是最后，因为我一个单身妈妈，有时候实在是我在做饭的时候的话，我也不能一个眼睛盯着他，因为他特别闹嘛、嗯。我你那个 iPad 的话，突然就跟跟就有一个保姆一样，就完全突然让她安安静在这待着，我行，那我能做饭了哈。哎 完，了，但是那个后来刚刚就特别内疚，我、哎、也不行，我这样的话我再害孩子一生。因、哎、为现在四岁的时候的话，那些特别崩的家庭的孩子就控制不了他的那个视频的这个接受度。完、嗯，了，他经常有朋友来的时候，他自己出去下玩儿了。嗯，觉得他几乎没价值，太平凡了。你我要我要想要就想要，但是朋友能陪我到外面捡叶子好玩儿。嗯，他就跑到外面去捡叶子，有自己思维方式，不受限制。嗯、对,对我，咱们那个在阿那亚演出的时候，我有个老朋友带着他自己的那个女儿。 嗯，八九岁，那个说要看我们演出，要找我帮他签个名。嗯，那个小孩就说话很成熟。后来他说，那个我闺女想加你微信。哦，然后我说啊、哦，加呗。多大？八九岁吧。哦，啊，但个儿小，个儿很高。<laughs> 然后，然后加加微信，然后我就说加加完之后我才反应过，我我想了一下，因为他说话很成熟嘛，我就忘了他是个小学生。嗯、哦，我说哎不对啊，我说你闺女不应该用小天才手表吗？ 然后他说他看不上那个，他觉得那幼稚。然后我就想，瞎了！我说坏了，这小孩不那以后不能随便发朋友圈了。不是我朋友圈都挺好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可能老跟你聊天的时候说说话什么，完全没有啊啊，没有，就是完全没有，他不会老跟你聊天或者跟你动。比较有比较成熟，像个大对大人一样，就是啊，他就不会说限制他用微信或者什么的，就小朋友不要早熟，但是。 就尽量不要早熟，他但是这个孩子也可能他就是智商发展的很快，和情商发展的很快。对，对，有些人就这样。嗯、我的孩子就是情商发展正常，智商发展比较快，嗯、等于他那个时候就是容易情绪崩溃，但是他脑子跟你讲道理的时候的话，一套一套的。对，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啊、这个限制这个事儿，好像已经不适用于嗯很多的那个小孩了。嗯，对，而且。 就是哎，为什么这么认真的聊这个孩子的话题啊？我就想聊，哎、鼓励我就聊了。最后不行，鼓励你，最后不行了，我也得一应、啊，<laughs> 我得尝试一下。对对,对，因为我我我研究你们俩的这个成长史啊，嗯，我有一个思考。嗯、你说小孩儿，咱们到底是对他百依百顺、依百顺，不是说溺爱啊？比如说他、嗯、他做什么你都支持，比较好，嗯、也不是。不是对，因为跟咱咱拿博圈举例子，比如说他这个原生家庭对他的那种兴趣爱好没有那么支持。 嗯，他学啥家里都不支持，学画画家里不支持啊！我我你那些采访我都看了，对吧、啊呃？他们也 <laughs> 他们也支持支持。<laughs> 你妈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啊。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哎，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成为后来我们成为的那个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里不支持，然后我有那个被压抑的那个力量在，然后终有一天我能冲破那个祝福，嗯、然后反而给了我一个。 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动力，嗯，对。但如果说家里说，哎，想学什么随便学啊，想上什么学习班你随便上，就是我最后会走这条路吗？反正不一定，我会有这样一个迷失在。我觉得，首先我们的工作不是让一切都顺，嗯，也一切都支持，嗯。呃，我读了一本比较重要的书，嗯、关于那个就是什么应该限制什么不应该限制，就是首先是那个你不要限制他的这个创意。 嗯，就你要给他很大的创意空间。对，这就是我刚才说，就是我那个得到的支持什么呢就是我得到了一把挺贵的吉他，但是不让我弹。对，就这种限制。<laughs> 哦、啊，对，<就>你说不支持吧，支持了；，如果你想学，可以学，然后最后把琴给没收了，然后厚积薄发了。嗯，就就就有的时候经常是这样啊。嗯,嗯，但是你要限制的话，就是你要限制他的那个，嗯、说白了，你要限制某一方面他的价值观，就不是限制啊。哦、你要是帮助他找到价值观。 找到什么价值观呢？对对找到你的价值观还是,就是就不是？ 就是那个他的道德观，他对他自己的这个努力的一方面的价值观。嗯、现在就把价值观就真的变成价值观，就变成了一种啊、呃，就是钱啊、呃，我有东西就够了。哦、对对，那那那那。那那但是你说你要是比如说孩子，你多一份努力，你要是鼓励他的努力，但是他犯错的时候的话，你也要修改他的犯错的点。嗯、但是你要修改他犯错的点，然后给他空间，让他自己去找他解决的方式。嗯、然后那个时候等他解决了以后的话，你要鼓励他；但是没解决的话，完他非要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不干了。 还是要给他一点压力，你要让他必须得找到这个点，往、嗯、后整的你，你为什么呀？因为你，你这是得做到的事儿。哦，然后我觉得就是老一时代那个就是养孩子的方式，你你得让他受点苦，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刚,刚看那个曹保平那个新的那个电影，看、哦、<你>过，哦、嗯，你能看一下那电影，哦、那结尾就是很多点了。不是说他受不受苦，他一辈子一定会受苦的。嗯、对，他怎么去面对这个苦，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长的。 最重要的一个教育点，嗯，就是面对他苦，他能坚强，完、嗯、他能通过这个坚强的时候找到自信，嗯、还是他面对苦的时候的话，他就是我知道怎么熬苦，嗯，完我在某一方面的话也是在找苦，嗯、啊。我昨天看那个《受过愤怒的孩子》，整个过程里，我就脑子一直在转，就不是那个电影，我就是把所有的人物都套在我身边认识的人身上，然后全都套上，嗯、然后就是越看越难受。其实，但是他那个电影最大的问题是，他没告诉你一个解决方式。 昨天麦克风如果传到我这儿，我其实特别想说，就是，嗯，那到底怎么办？对，怎么办？嗯，昨天好像没有提到这个话题，是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哎呀，一定要怎么着？但是但是怎么对，但是怎么办呢？然后我整个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揭开给你看了，所有的原生家庭、家长对孩子、孩子的家长这些反馈，全都很直接，你往自己身上套，我我反正套了好多对号入座的地方。我们都能套住，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在观众里面都能套住一点。 嗯，因为不管是溺爱、啊、还是、嗯，然后后来我就在想，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最后没得到答案。其实大家都在寻找答案。嗯，我也是每天都在寻找答案。我就做对还是做错？我这怎么办呢？嗯、这个钱要花还是不花？怎么再、嗯、想想想？但是我发现，首先这个答案就是来自个人的心态。你有一个好一点的心态，完你多读点书，完后你多试点东西，多试点试点方式、嗯嗯。好一点心态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什么玩意儿？不，就是就有毒的东西离你远一点就是年龄大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有毒的东西离你远一点也可能你抽烟，你少抽点你要是那个跟一个比较有毒的人在一起的话，你离他远点对,对对。啊、呃，你有做一个比较有毒的职位的话，你换个工作。嗯。你要是那个有什么依赖的话，你看看这依赖是不是对你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好的一负面东西的话，那你试图再找一些别的东西让你减少这个依赖。 如果说怎么办的话，我觉得刚才 h e 说那个一二三，我觉得可能是有用的。嗯、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想想对我来讲人生中重要的事儿一二三是什么？对对，对，对是<吧>一,生一,生一,生一生。甚至可以说，除了这三件事之外，啊、其他事儿都不重要。我突然发现，我最近其实有点用这个方法来清理一些问题、啊对啊、因为如果你摊在桌面上，这张桌子都摆不下，那你把一二三拎出来，其他的东西都可以糊弄下去了，<对>啥也不是。对啊，嗯，啊、嗯你该放弃就放弃。 对你该走就走，你该坚持就坚持，你该改就改。我今天也有这个体会，就是录制节目开始，我们因为太忙了嘛，嗯，以前喜欢好多事儿，然后都不想从这个生活里边暂停、嗯、或者这个结束或者拿开什么的，然后这事儿一多吧，觉得其实能干好一件事儿就很不错了，嗯，这个事儿能干得多好，其实有可能会有奢望，你不想你就尽量把它干好，嗯，反正简单很多，然后至于说其他喜欢那些事儿，不干也行。 对对然后，因为我做过，所以他其实给我带来很多东西了，已经。嗯，我会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是以前就不行，以前我可能就哎不行，这个我也不能放下，那个我也不能放下，这都是我喜欢的。这个信号时间长了，嗯、你就会老觉得这都是我喜欢的。嗯，但是喜欢不一老拿在手上。嗯，对。而且我觉得，一个是人自己本身他的欲望是很复杂的，你可能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然后有时候分不出这个大小轻重来。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外界的标准嘛。 外界的标准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潜移默化的。是的，但是你发现你一二三，你想清楚了以后的话，外界对你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对，这个我觉得真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对,对、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评判体系里边长大的。对、嗯。然后你会习惯了说，哎，我这就包括，比如说这些节目啊，我录了，然后我录了之后，我会去想，嗯、比人在录之前、录的过程中、录完之后、上线之前、上线之后，我都会想这些节目我录的好吗？大家喜欢吗？ 就这种东西，他是一个很就就接的演出多嘛，哎，演出费够高,高嘛，怎么怎么样，<laughs> <对>就这些都想。对，哦、对就这些都西。想。我们每次碰到一个朋友，就大部分问题都是这个，<laughs> 我就是，呃，我你我也没问你，你老问我，<laughs> 就，但是其实一二三里面，其实演出多，演出费高不高，其实并。 不规律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上节目之前就是一二三，上节目之后还是一二三。对，完了就这三乐队这边的话，其实我是说的，我那个有比较重要的就是乐队的这个创意空间和整体发展。对，就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在乐队就觉得啊，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得第二名？我们说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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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那种开心，开心，开心，但这跟我们第三其实也影响没有那么大，得看多几个机会。但是第三的话，你就不能去工体场。 看见了演唱会了，对，但但是马伊娜就没有去成。哦、<laughs> 但是其实也也也没有，当时我们也没有兴奋到那个程度、啊对对。其实我们见到前八就已经到了那个感觉了，嗯、就是比如说这个拿到一个第二或第三，就是。 就是我们这都有可能会发生，但是你进了前八就觉得这已经就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嗯、成绩也不错，<对>所以当时已经这么想了。真正最后最后，你再排，你不会老重复想这个问题呢，你其实特别紧张。我们前五名的时候的话，我们一直想，那下一个我们紧张的点不是，我们就越来越往后，是最好往前一点，赶紧喊我们这事儿、哦，早点演，就或者早点把我们的这个成绩公布。对，因为我们真的是没准备好。然后当时那个说第二名的时候的话，我都快哭了。 不是因为我开心，嗯、是因为我吓疯了。<laughs> 我说那时候已经吓了，都快。啊、要是万一是我们怎么办？那时候我们讨论过一次，我们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那种感觉，哦、因为我们真的是没准备好，就一切都感觉特别慌张、哦、啊。然后最后领的那个给我们一个奖杯嘛，从观众那传递过来，传递过来的时候，因为一般都是他会说一些话，然后那天我就。 在旁边捅他，他拿了一个拐棍还在用，然后他没反应，没有，我就赶紧去接那个奖杯，结果其实就就他有点懵，然后我也有点懵。接完奖杯，我就说，那我就想，然后我们俩一块举一下，啊，他就没反应，你知道吧？然后举一下之后，底下观众啊，拿反了，拿反了，拿反了，哦，对对对，拿反了，拿反我们找了半天，然后我就，哎呀，所以我们俩当时就挺懵的。嗯，我印象中，或者说我我想象的博轩其实应该是一个心态比较稳的一个人。嗯，看起来是的。啊，对啊。 你会比较不在乎外界对你的评判或者是一些评价之类的吗？我我注意力好像老没法分散那么多啊。哦、比如现在这个，我说他刚才懵了，我们在举奖杯，我可能在想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哦哦、啊。至于说他说哎你这样你那样，我可能我听见了，但是就是我,我消化一个想法时间比较长啊。还有、哦、我之前看你好多采访，感觉你也是这两三年、嗯、慢慢的就整个人比较。 往里边收了，就不会收收到外边太多的那个影响了，什么之类的。也不是往里面收，就是之前也可能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工具吧。哦、然后现在这几年有工具了，然后慢慢就在对对你就你应该是有这种感受。哦、我明白，明白。啊、呃，你有一些这种感受，就突然又有一个人说，哎，其实你也能这样，能这样，能这样。对。你需要一点时间。 刚你说的话，就让你去健身房，就让你去举重一样，对对对你可能顶多也就是举两个小铃儿，<对>你知道。然后你慢慢时间长，你越举你就越有劲儿，就一样。啊、对，其实以前在乎也不是因为我有多想在乎，我也想不在乎，啊、但是我们做不到。啊啊、对，但是现在经过一些训练找到一些方法，我能够做到不在乎了，或者不那么在乎了，我感觉非常好。就就觉得好像你哎。 哦，好，那就那样吧，<laughs> 挂就过了就过了这事儿，完了、啊、你就干别的了。嗯嗯。嗯因为那个医生跟我说特别好的一句话，就是你想要什么？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懵了，我我说我我我,我想要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说特别碎。完，他说不不不，嗯、你想要什么？嗯、你别想，你所有东西都是反应性的。嗯。但是你你要是把人生给变成主动性的，嗯，就特别舒服。哦，对。这句话，我就想了半天。 完，跟他说了好好几次，都给我推回来。嗯、<laughs> 我又问了一遍：“你想要什么？”哦，我说：“我想要这个人的尊重，我想要这个的。哎”他说：“不，你想要什么？”嗯，嗯然后最后说：“为什么你反复的问我这个问题？”哎呀！<laughs> 但是因为我反复的，我没办法回答。嗯。完，我只是在用一些方式去回答，但是我其实没办法回答。完，最后发现，因为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完、嗯，然后等我知道了以后的话，嗯，就好多事儿就变简单了。啊、嗯！ 对，就是我我我脑子里稍微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比如我遇到这样一个人来，反复问我这同一个问题，当我回答出那个真正的我内心最里边那个答案的时候，我可能会一下就哭出来，因为我可能是在那个瞬间才知道我想要什么的。对啊，就是那种感觉。嗯、哎呀，博轩是不是感觉这两年跟海伦相处？ 他整个人状态会好很多呀、啊。嗯，对，所以我已经跟他说过好多次了，嗯、就是因为身边人可能看得更清楚，嗯，但是我有时候可能表达不是那么准确。嗯、其实他变化挺大的。嗯、怎么说呢？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好的方向的成熟。 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哎，我有，其实不太想当着他说，他这个智慧比以前多了，你知道吗？是有点有点不像好话，对，有点,有点脑残，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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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残<痰>。<神>不是我我我老是把一个好的话说的就跟那个岔似的，对，对 <没 S 1> 对增加了一些智慧啊，对对对，而且就是就是控制演出，控制他呃作品方向，包括日常生活。嗯、你知道，就是最开始有个小事儿，我就很替他高兴。嗯，他回来之后就开始有时间在淘宝上给自己选衣服了。 哦，这是一个你看，你没想到，大家都猜不到，你知道吧？他特别爱衣服的一个人，不是不是不是，以前他以前不淘宝吗？他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给自己选点东西。我其实特别逗的话，就是说我不是排出来孩子第一，完了，我个人，我最后我以为我自己把自己给排到第一，但是我对我自己很不好。嗯，这原来这样说啊，我对我自己很不好，但是我以为我是很自私的人，把自己给排的很高，但其实我反而对我自己很不好。我明白那意思。 对，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确定的位置之后，反而事情变得很清晰了。对，然后我现在要给自己买衣服了，不是就我买一些舒服的，就是跑到那块儿买几个 T 恤啊什么，就是日常生活的话。我要出去见人的时候的话，也有一套。然后这些都是我就是衣服也是工具嘛，嗯、等于就对我来说，我有一些东西我特别喜欢，我喜欢设计，我喜欢设计师，我我自己没事儿我就去扫设计师的一些东西。嗯、但我我那个时候从来就是每次演出我都穿同一件衣服。嗯，我们在英国那么重要的演出，他甚至。 因为这个鞋给踩泥弄脏了，光着脚上演的，你说？因为我没写啊，嗯 oh. 我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就是很慌乱，就是没排好这些事儿就很慌乱，也不是很慌，就是感觉这些东西我对我自己好的时候的话，有时候会有一种怎么说呀？就是说我我这个人不应该这样，这个是浪费。哦哦哦，oh, oh, oh. 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也是一种。 心理病，我我就背景我就不要说了我就不要说了。很多人都有，大家也听得明白。啊、呃，这是浪费，我在浪费时间。但是其实这是我可能喜欢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消费理念的人。嗯、我不是觉得所有人的话，嗯、应该所有的钱都放在包和衣服上。嗯、但是你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不能在任何方面对自己好。 我只是对自己好的话，嗯、往往我不是为了事业或者为了其他的人，<对>或者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对对对，就是在放纵。嗯，对我就是在浪费。嗯、这个呃，很多女孩其实在这方面都比较极端，有一种就是那种我我只能去这样去消费。我有一些人是我、嗯、我完全，也不是只是女孩，男女也可能都有这个问题。嗯嗯嗯、但是我现在理解了，这并不是一个浪费，但是这也不是一切。 就我能去做这个事儿，我也能去做这个事儿，我、嗯、能给自己软。心情会比较好的一个生活啊的、嗯、一部分呢。呢对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们这舞台上的第二首歌那个改编的时候，呃，受伤了，那之后觉得能演，然后推个车，然后上来就是或者拄一个拐，然后就上来唱后面的歌。你能注意到他就是以前他会很担心啊，就是我不能动了，我怎么演出？这个是以前他他绝对会这么想的问题。哦 注意力全在我不能动这件事上了。对我怎么办？这个演出的有一部分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但是现在他他站在那儿不动了，我我反而觉得后边那几首歌演得特别好。你、就、你、是、他的是别动了。不是不是不是 <laughs> 不是他的，就是他的那个 <laughs>、嗯、怎么说呢？比较成熟的控制力，其实他他可能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他有的部分是清楚的，有的部分是必须要发生了他才知道。哦。然后就转移到别的上面，比如可能是唱歌，可能是情感的那个细节。对情感的。然后可能是对大家的一个气场。 就是这都,都有啊，哦、都有。还有就是说，怎么在动不了的情况下配合整个舞台，<对>这个是给自己逼到一个空间里才能发挥的啊。嗯、其实这些方面怎么说呢，就是很好，但是一开始是没想到的。 就是有一个朋友，最近他也是一样的，嗯、就是在学了三年心理学，嗯、好像他现在就是都恨、嗯、恨不得是博士了，就是也是为了自己。吧，他说就是有些时候，你以为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嗯、但是其实你就是在轴，<laughs> 你就是在给自己就加一些负担。对对对。但是你你反而放弃了这些所谓完美主义的一些想法，你稍微放松一点，诶、嗯、其实完美更容易来。是是。是 在某一方面，其实你就就放松的时候的话，你就发现了，哎，这灯光是这样，舞台是这样，博轩在那块弹这个有一些细节，那个小赵的钢琴有一些细节，那个文娟娟打了鼓啊，或者他有一些优点，比如他说,说的这个特别性感的这个四川话，嗯,嗯，确实。<laughs> 然后那个确实，你看这个，确实很性感。确实、就是。啊、排练的时候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俩眼前一亮，说就这么着。<laughs> <laughs> 不是。 <laughs> 但老师说，我还是喜欢原来那个版本哦哦。啊嗯。对，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马马虎虎呗。现在不像以前了，不像以前了。我还是喜欢那个。啊啊，对，但是我也不可能在现场的时候这样说说现在也不像以前了嘛？对，现在也就现在好多了。<laughs> 那个时候话题跟那个时代比较合适。还是比较愿意往前尝试。的。 也是，就你要感觉要马马虎虎也，也不像以前了，有些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方便，你知道吗？ 你就突然一下就变成通透了，你就觉得好像哦，我能利用所有的东西在我身边的力量，我不局限在所有自己的一些缺点，和能力，我在某一方面我就变成了一个，我是在吸收和反弹他们的力量，这力量就变得更大。对，我要只是局限在我自己的能力的话，那我就好累啊，好累好累，因为我永远是指定自己，要不然就是不够好，要不然就别人不够好，就配合不了、嗯。对对对对对,對,對,對 嗯，这个释放的时候的话，就是反而自己会觉得，哎，我长了一个肌肉，是因为灯光师很厉害，哎，我又长了一个肌肉，是因为这个调音师是金绍刚，然后、嗯，哎<呵>、哦，我又长了一个肌肉，是因为你看我搭档博炫多牛逼。呵呵 就是各个方面把我的缺陷都给都给缓解。了。我看看他，我也在想，是不是就是如果假设说我有个小孩儿的话，我也会有另外一些好的方向的这个成长或者进步啊，不是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还是很焦虑，你知道吗？不是说你怎么现在不是来催运的？我们这节目不是催运。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这样的节目。对，因为刚刚我们看了那个，确实，比如说有一种球员啊，就是比如很厉害的明星球员，嗯，但是他只要输了球，对他来讲只有两种选择，要不然就都赖你。 要不然就都赖我啊！嗯、对，嗯嗯、当然他这样也也是用激励队伍的方式，但是会让所有人都很痛苦。对，当他的队员很难受。对，啊、哦，嗯，但是你要坐下来的话，完你当一个球队的时候，哎，我竟然输了，嗯，那我们现在理解一下。 之前为什么输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所有的屏幕，<对>我们再一个一个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对>哦，是因为你传球的时候的话，呃，你应该能往这边的传的稍微快一点。哦、然后，那我们是不是明天我们就多练点这方面？<哇>对，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教练和好的队员和好的球队的这个区别。<哇>就是他是在分析问题，他不是在指定责任。嗯，哎、嗯然后就通过分析问题的话，我们就能合伙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哇，海老现在好 peace，太 peace 了。这这这不是 peace，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熟吧。成熟了，成熟，了，成熟了。哎，你你夸两句博轩，他夸你半天了。啊！我来试图阐述一些事实，就我发现的事实，我不是刻意夸。对对，反正我看节目，我就觉得博轩真的就是稳啊，就是是是拖住海老那个人，感觉感觉特别好。就是对，就是你们俩不是看那个就坐在台底下动不动就哭嘛，唱一个啥你们俩都哭，不是你哭就是他哭。 然后我是看你们俩的一些这个亲情互动，对，什么什么什么 talk 呀，还有还有在那个排练什么类，我动不动我就我就哭，我觉得哇，这两个人好好啊，就是那种，但是又不是那种什么磕 CP 的那不须磕 CP 的那种所以所以说是假 CP 最近对，就亲亲情互动嘛，嗯，对，假 CP 太逗了，对，就就别这么直接，就别假 CP。 哎呀哎呀呀呀,呀！没人谢你，太帅了，太胖了。不是没有我，我说你，我说你刚才在说别的那个那些啊。嗯嗯、他哭的时候他不忍着，我老忍着。其实昨天我没怎么哭。你的眼泪在这个、哦、眼泪花啊、哦嗯。他老这样。我老藏着，就对对对对，就这个。太逗了。不是你跟着模仿，大家也听不见。<laughs>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手势模仿嗯。嗯。哎呀。嗯。 但特别好的事儿就是，不管任何情况，有时候我就不肯走这个路的时候，博轩会过来跟我就提示一下。但是他不是那种硬提示，他是商量的那种方式，完、啊啊啊、就让我感觉，哎，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观察东西跟他观察东西不一样，但是我们是能配合的。完、嗯，然后他在尊重我，他真的是就我觉得博轩特别好的一个点、嗯、就是，首先博轩是，他有一个需求，就是你必须尊重他，他就尊重你。嗯 但是你要不尊重他的话，哦、他也可能不尊重你。哦，还是有脾气的。呃<不>，我理解一下啊。不不不不，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就是，他是把这个环境会变得就是我们必须得互相尊重的这个环境，他是有一个这个点。完，他也可能去到好多时候，他并不意识到，但是好多人都在身上能找到这些。嗯 就是为什么他朋友太多了，这朋友巨多。就是你看，你到后台的时候，全都跟他去聊天，完躲我。我化你那个对你那个妆确实有点吓人，主要是可能他跟他一聊就走不了了。别人也有这个问题。哎呀，太难聊。哎，博轩他是一直是这个性格吗？嗯，这也是慢慢，我觉得他这几年他也有改变啊。嗯，我原来什么样我都忘了。 我觉得原来也可能你更你更更幼稚，现在还挺幼稚。嗯，没有，原来你也可能更极端看一个人的时候的话，哦、你给他空间更少，哦、也可能你就是觉得哦,哦,哦，就操，就这个人就这样嘛，这个人就这样。但是最后这几年，我觉得你变得越来越宽容嗯。然后这宽容度就是也可能在某一方面也对我更宽容，就对好多人都更宽容了。但是你还是有自己的这个标准。 完、嗯、就是，我觉得他是有一些人格上面的标准，就这些标准你必须得达到。嗯、然后，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看另外一个人对其他人不客气的时候的话，他会对这个比较反感。我我喜欢人讲礼貌，对，啊、嗯就是哦，就是他看不了别人对别人不客气，对,客气对，他看不了那种气氛，他不喜欢那种气氛。哦、或者说，比如说那种比较势利的人，嗯、可能就会。 不是就是就是就礼貌，啊、就是你<貌>你得礼貌。嗯、就是博轩是特别讲究礼貌的一个人，嗯、然后他要看到一个人就特别不礼貌的时候，嗯、他会有点就是寄存这个事儿在你的这个心里。啊，这是个不礼貌的人。嗯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光讲礼貌了，就我觉得应该讲礼貌的话说完了就就没什么时间了，根本没说自己想法。<laughs>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不过我觉得挺好的，的，说点废话不是废话，再说点废话。就是说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就是觉得这次月下。 不好玩，因为大家太 peace 了。哎、是，呃，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可能理解的就是那个摇滚乐必须得是那种大男男人主义，大家互相那么顶顶顶张对，但是其实之前那几个队儿，你要是后台认识的话，也挺 peace，的好多人不是那样的，嗯、就是好多东西都是那个<对>那个时代，就是正好是也可能第一次那个环境啊，包括剪辑方式啊，还有就第一次就舞台后面的一些，嗯、就自己也是炫吧。 对，就是亮出来这些点，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哦。对，我觉得我们像那个作品上已经其实很有态度了，那个态度其实也并没那么宽泛，在以前的那个作品里边。嗯嗯。呃，为什么还要在日日常的怎么说呢？呃，扮演一个态度，对，嗯、扮演一个态度。会就通常我发现，你作品里面有态度的时候的话，你完全没态度。我这几年因为各种。 去外国跟别人演出或者去看演出的时候，都认识了一些我的偶像。哦、然后我发现那些偶像都相当皮森了，嗯、就比如他们在舞台上面那感觉真的是，嗯、就是或者他们我我们幻想他们在舞台上面那感觉，就是又是七十年代。我理解就是一种正常的，啊、嗯，正常，嗯、对，就是想表达的东西都在作品里了，我不用每天挂在就是我就是有有一个什么很奇怪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或者怎么说极端的这种态度，我都放在作品里，嗯。嗯 我就或者我就想嚣张，我就想发泄，那可以放在作品里。嗯，就没有 rock star 的那个概念，就是大家都以为 rock star 应该是什么后台那种、嗯、特别牛啊，那种、个嗯、很少。或者 rock star 他在那个时代，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嗯，对，但是工作的一,就是一个秀，对，是一个秀，他来扮演这个 rock star 嘛。 他是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因为是反对一个所谓过于礼貌的社会。嗯，对对对,对。他是要做成另外一种极端。嗯，但是现在那个另外一种极端，这种所谓自恋狂的这种行为，已经变成了现代社会代。因为现在现在是一个所有的人都很自我的时代。就是自,自我以外，<Okay. S 1> 自我我认同，<laughs> 自恋啊是认同。啊、嗯，我觉得这个时代大家不自我，更多是自恋。嗯，因为自我和自恋是两回事儿、嗯。嗯嗯。 自我是能尊重别人的，嗯嗯，嗯嗯自恋是没办法尊重别人的。对，还是要找到自己要去的那个地方，对，对而不是就是盲目的去摆一个对抗的这种姿态。嗯，对抗的姿态，通常你，你该对抗的时候你也得对抗。不是<对>说有些时候的话，就有一个人真的是违背了你的价值观或者道德观，嗯、该反对就反对。不是说你所有东西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啊，但是你就知道这个点在哪儿，然后你能有各种对抗的方式。嗯、有时候就是。 顶他一下，并不是最好对抗他的方式。嗯、有时候跟他说句好听的话，你反而能让他改变他的整个行为，然后你能达到你想要的东西，完、嗯、甚至还能在这里面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嗯、但是这种对抗是你首先你得知道你在为什么去对抗，你只是对抗为了对抗，对其实有一点没有效率。嗯，嗯多成熟。<laughs> <laughs> 真好，真好，真好！我觉得就是，因为很早就开始听那个，包自由，然后到宠物同谋，到闹忙号的，然后这是第一次跟海亮、跟博轩过来聊一聊天儿。我自己某种意义上好像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去像看一部电影一样，看了你们这十几年的一个成长，对，而且是一个不能简单粗暴说是很好的结果，而是说它这个整个剧情是我喜欢的剧情，对，让人心情特别愉快。 哦，那好，还不知道下那先先先，就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一个这个这戏是谁拍的呢。反正就是那对贾樟柯还是叫张艺谋啊，还是汤宝平啊，还有等等等，最后那个结尾我们还不知道呢，尽量别早说。对对对，嗯，行，那那个期待一下诺瓦尔特的新的唱片啊，然后博轩也再再想想。 啊，对、哦、<laughs> 不对？就我们还是在催域过程，对吧？跟一个妈爸在那块儿说，<laughs> 你考虑过吗？你这年龄不小了哎。<爱> <laughs> 那个生节目，非生节目，没事。我觉得是这样，这每一个人就是他能找到他爱的东西，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事业，还是一个观点啊，还是一个教养，还是什么都不管，又或者一本书，或者想着写书，嗯、或者一创意啊，或者就自己家人，也不用是孩子，也可能他觉得我人生任务就是照顾我家里所有的老人。嗯。嗯 可以从身边事儿做起嘛，我先给我龙猫换个新房子去。哦 <laughs> 哦，你养龙猫啊？对，它它龙猫，但是它龙猫年龄大了啊，有点儿八、哦嗯、岁八岁了，顺利的话能活到十六岁，所以还行。哦，还行，嗯、那那是有一中年，有一中年，挺好、啊。那个你找到你，你能为他付出，然后开心的付出的东西，其实是在某一方面就是你成长的开始。对对,对啊，但是这并不是说必须得是一个孩子啊、呃，当然当然，啊、对，就是实际上是你跟世界。 中的某一部分，然后共同成长的这样一个一个关系嘛，嗯、对，它可以是一个家人，或者一把吉他，嗯、或者是一个事业，对，啊、对，一棵植物，对，或者一个你觉得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观，嗯嗯，嗯然后你自己现在发现的社会里面没有这个道德观，然后你为他去写书啊，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儿，嗯、因为我有一些人他们。 也可能一生都没有孩子，但是他对整个这个我们人类有多大的一些贡献，对吧？嗯、等于他们虽然是没有孩子，但是他们这个贡献，且可能大约几代人的这个流传，他他的贡献也是就算是他的那个任务，嗯、他这个人生的任务。因为人是挺复杂的，我们不是所有东西都局限在我们能不能养好一个娃。<对> <laughs>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可以长点的话，以年为单位；短点的话，可能以月或者甚至以天为单位拆开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个一二三，因为它一定会发生变化在时间的过程之中。对对对，对，这样就保持清醒。嗯、对，往后知道今天痛苦不是明天的痛苦。嗯嗯、对对对，这也是医生说了，就是。嗯 有些人可能听着节目以后觉得，那我永远做不到这个，嗯，我永远做不到这个。然后其实我现在太痛苦了，或者我的情况跟你的情况很不一样，我也没上月下，嗯、我也没有出名，就是这种。对对、啊、<laughs> 对，他会<有><有>一定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我现在就是很苦的，我现在生活就是很苦的。但是我就不是说我们必须得就是说啊，你很苦的话，那你就花好多钱去找一个心理学医生。嗯，但是我觉得你你尽量想办法找到幸福。嗯，就有时候很难的。 但是我也那时候我们在说我们去非洲了，我们去非洲那次，嗯、那时候好多人在那块儿就是看到我们带过来的也不是觉得很贵的设备，但是都是眼睛一亮，嗯、因为他们弹的那些琴呐，还有那都是很便宜的东西，他们就是物质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嗯、就是他们生活琴弦都换不起，上面有好多很脏的泥什么的，但是弹出来的声音竟然是那么好听，对，就是一个在我看来两三千块钱的电箱琴，弹出来那么好听的吉的声。 你就很清晰的发现，跟这个乐器的档次没关系。在 <laughs> 某一方面的话，人生也是这样。你就上了贵族学校，买了好车，等等等的话，不等于说你的琴弦能弹出来好声。<laughs> 就、嗯、我觉得还是心态、心态的状态，的嗯、等于就明天好，就演出都被又封了一第二轮，然后我们没有地方演，嗯、没有收入，<对>不等于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会。 有很大的一个下降，要是我们的心态能够饱和好了，我们知道一二三这个点，然后就该改,改就改，<对>该走就走，该跑就跑，该努力就努力，嗯，就这几个点啊。嗯，好，那今天感谢海伦，感谢博圈，我们就先聊这么多、这个、啊。 最后放首你们那个最新的那个歌吧，二一年的那个《The Night Keep Going》那个。啊，这是，这唯一他他在唱说啊，你放了一个我唯一没参数的。啊啊，你没你啊这歌 r y、啊啊、sorry，我错了。没有没有没有，这歌有有有有有你的吉他，有吉吉管。 忘了，因为当时那个我们两地创作，确实用百度网盘，中间隔好多天要赶这个制作什么的，不一定用哪，不用哪啊。但这首歌我我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觉得特别好。我也希望就是尽快能在现场演这首歌。嗯，正在就想办法编排啊。对，因为这歌之前写的没有乐队的现场的这个观点在脑子里。对，结果一到排练室一演，发现不太对劲，不太合适，得编曲。对，而且这歌里边还用了你最早做那个电台 DJ 的那个日落大道啊，落日大道。 哦，你发现了，你是唯一发现的人。我肯定得发现啊！你你唯一发现的人，多少会发现，我早发现。你当然会发现了，不是这个太明显了啊！不是，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以前做那个节目。对，然后那天胡小飞来我们这玩，还跟我讲了讲你是怎么离开电台的啊啊，也是一个是赶出去吧？对，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节目里就不说了。 <laughs> 被踢走了多次，后来都每次都是都不知道被轰走了几次了。哎呀，嗯、对，你可以把这个节目重新做起来，然后先第一期就是讲你怎么被轰走了。<对 S 1> <laughs> 不行不行不行，我再下我就再也不能上了。<对 S 1> 重新做一个节目，还叫落日大道。对，<laughs> 好，那我们就在这首歌里边来结束本期的节目，然后期待那瓦尔他明年的新的作品、新的演出，还有新的幸福。 嗯，谢谢您。好，谢谢啊，跟大家说再见，嗯、拜拜，拜拜。拜拜嗯。